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鸡猴网游戏频道的《家教 Pro》节目啊！我是这么说对吗？对吧？就算对吧？就算吧啊！我也不知道。我是老白啊，我是西总部。哎，今天是我们两个搭档啊，是，哎，不容易啊，不容易。和白爷爷单独搭档录，您别这么说，西舅舅，我不是舅舅，谈不上啊。对，舅舅在成都呢，舅舅出差了是。然后这一阶段其实又是一个。 流感高发阶段啊，其实西总也感冒了，对，气的，主要是气的啊，气的，怎么怎么回事？就咱今天录这游戏啊，我跟你哦啊，这都能气到这个程度，哎，也不是，不是，怒火攻心怒啊，看出来，嗯，总之呢，就是办公室很多人都上火了，哎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注意健康，不管玩不玩游戏呢，就。 身体是最重要的，防火防盗吧。哎，行啊，行啊防 COD 是吧？是啊，因为前两天那个娜娜跟你录那个视频啊，我翻来覆去的看，啊，气得抓心挠肝那个样子，哦、真的是就难以言表。啊。 但是三十多岁了，嘛，跟自己和解了。气完之后不还得玩吗？看出来了啊，玩他也是玩多人的。单人您是再也不想过一遍了，对不对吧？啊啊！那白爷，要不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要录这个节目呢？啊，这个事儿啊，其实是选题会上西总提出了一个观点，哎，说哎哎，就是说《使命召唤》，我就我就想让您说出来啊，这个显得我自己嗅觉特别敏锐。那当然了啊，这个我认为特别好。但是呢，吃了没文化的亏，这节目我自己录不了。哎，您别乱说，还得求白老师。我这个也是到处拼拼。 您贴贴啊，那您贴贴，嗯。我这贴贴吧。哎，您讲讲，你知道吗？就是评论区有听众说啊，就是咱俩客气的不像同事嗯。殊不知啊，这就是我们日常打交道的办法啊。这那那咱俩谁占谁便宜呢？客气的不像同事像什么呢？那怎么知道呢？您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人说话有问题。我们也不能随便把这个矛头指向用咱还是录节目吧，好吧？哎，但是我在这个 B 站上啊，嗯，翻来覆去的看了一系列，因为我最近真没碰过。 嗯，然后我反来覆去看了一系列这个剧情，包括全剧情的，就是切片我也看了，嗯、然后各路 UP 主大骂剧情、这个，这个这个就各类的我也看了啊啊啊，<吧>啊就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听取骂声一片啊，哎啊，骂声如潮，嗯、滚瓜滚瓜。啊、哎，广大玩家那边没得什么好，嗯、但是呢，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老的现代战争三部曲是好评如潮。对，其实去年那个剧情。 大家评价也很辣，对啊，没想到今年这么辣，对啊，这就是现任受了委屈，开始我想的啊，我想的对对对，这种就没有想到这个事儿还能有下限，是。但是习总提出这个选题之后呢，嗯，我想到啊，就是说对于剧情感受这个事儿，其实是和我们的现实的时空性有非常强的直接关联。呦嚯啊，我想选题的时候没想拔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也不是说拔这么高一个高度，而是说。 就是每一种游每一款游戏啊，它既有就是说赶上时代浪潮的时候，也有生不逢时的时候。那的确，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使命召唤》这个选题里边，就要着重提另一个就很惨的游戏，叫《荣誉勋章》啊，它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生不逢时的游戏。除了一代、二代，对，一代、二代是领军人物。除了《荣誉勋章》一和《联合突袭》的时候，哎，对吧？对啊，那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市场上不存在竞品，哎，但是呢。 到了后期，尤其是他跟《使命召唤：现在战争》当面锣对面鼓的这个，那是属于我敬我自己、啊哎、呀！哎呀，COD 是怎么来的呢？所以说呢，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悲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也不能说《Danger Close》当时做的不好，但是时也运也命也，《Danger Close》您指的是那个《现代荣誉勋章》对吧？对，二零一零，对,哎、对，对，我们说就是二零一零那个版本，它做的并不是不好，嗯，恰恰相反，它很考究。具体的问题我们后边儿谈。嗯 嗯，这个里边其实涉及到一个就是帝国呀，嗯，就美帝国呀，它这个文化传播的惯例模式和特征，嗯，它在历代的主流商业游戏里边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呀，可能很少有朋友有空或者有耐心在这些角度进行观察，对、嗯。所以呢，我就食人牙慧，找一些成熟的东西，嗯、从这个事儿出发，说说这个《使命召唤》现代《使命召唤》哎啊。 它为代表的一个游戏剧情拉垮的根本原因。哎，咱假叠够了吗？要不直接开始吧。谈这个事儿之前呢，咱们先把这个《使命召唤》历代结构理一下。抛、哎、开说啊，就是它到现在啊，这正作已经二十作了。我们就这个节目就只谈正作手游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分支作我们 OL 这些，然后包括可能像在大地图里边去埋的那些剧情，咱也不聊。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讲故事，就是讲这个，就是使命召唤的一个总体结构故事的分布。那么从二零零三年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年的使命召唤二零二三，其实呢就是一年一作。二战题材的五座，现代战争三座，现代战争重启三座，黑色行动五座，独立的三座。嗯，啊，大概是这么分。独立三座是 Ghost、Ghost、高级战争、高级战争、无尽战争。哎，那那其实如果如果纯独立的话，那个什么也算。嗯，呃，二战。 弯盖的，弯盖的事，这些都是对弯盖的，哎、其实应该算，但是在它归类里边，还是把它归到就是前头后续的部分了解了解啊，对啊,啊，您往后说。那这个东西呢，它的系列作品的创作主轴，嗯，其实非常的明显，就是美国自身的意识形态基础。嗯，我们说《使命召唤》剧本为什么写成个鬼样子？因为这个逻辑非常的简单，人不能想象自己没见过的东西，也不能做出自己不相信的事儿。 是啊，这就是 C O D 写到现在，为什么他在现代战争最开始那一版就是 C O D 四，四到四六八那个时代，哎，现代战争老的三部曲，老三部曲、嗯、啊，人见人爱，哎，那是因为大家都信，嗯嗯，而到了现在呢，其实有点不信的那个状态，哎，对啊，嗯，这里边说到就是我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的帝国啊，它在目前呢，嗯、我们可以认为它只输出两样产品，嗯，意识形态和美元。 主要是意识形态吧，啊、美元很重要、嗯、啊。本来还有一样就是工业产品，但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这个实体的工业产品已经快没有了啊。在世界贸易体系里呢，工业产品本身是收割资源、稳定秩序框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锚定点。嗯，但是帝国本身现在通过长期的金融化，已经成功的去工业化了啊。那数字资本主义已经玩到头了。嗯，但是我们要说帝国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有另一条腿，就是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也是工业，这里边包括它的著作、啊嗯、影视、嗯，游戏、嗯、戏剧，所有的这个文化输出品。使命召唤就是文化工业产品皇冠上的明珠。哎，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非常重要的点。嗯啊，那实体产品和文化产品，无论你是否认可，它都代表出品方的意识形态。嗯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你看这个这里边要涉及一些中年人油腻。哎，我小的时候呢，就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八十、啊、年代的时候，面临着国外工业产品的输出，对于工业产品的认识其实很具体的。外国货是高级货，嗯，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要要坦率的去承认这件事。对，啊，那二二二三十年前吧，或者一二十年前，一二十年前普遍会认为。嗯 国外的高级嗯，甭管是说硬件产品还是说内容输出过来看大片儿，对吧？对啊，都是。而且就是说，在中国的工业化体系真正形成全门类体系到现在也就十几年时间，嗯，就是我们真正习惯所有东西都奔着自己造那个方向去，也就十几年时间，嗯。尤其是最近还面临着就非常多争议，比如说芯片啊，哎，什么这样的事儿啊，你又又不卖四零九零了，你他妈的就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但是呢，很多人对于工业产品反映出的国际竞争力的认识是会形成习惯的。嗯，比如说帝国在全盛时期的文化产品，嗯，像《拯救大兵瑞恩》，啊，哎是石石破天惊，对对对对对对、啊、哎，天下地球反击战这些应该之后也会聊到，哎、对，都会聊到。哎、其实它都是影视方面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这个文化制造业生产的最具竞争力的文化工业产品。嗯、还搭上了全球化的车。 具体的，请听杨老师电影百年节目，然后会员节目啊，大家都帮衬。嗯。但是时移世易，没有实体产品作为依托，文化产品也会逐渐的空心化，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使命召唤》的例子，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要对《使命召唤》做一个文化根源的拆解，要来看看什么使命使命是什么？使命、嗯、召唤是召唤谁？对这件事儿，其实我特别希望白老师能给我讲一讲，哎<来>，这个 duty。 那曾经的 d o t 和现在的 d o t 那当然了，哎，这不可避免冒犯一些人啊，在此先再次叠加。那我不录了，啊！但是我们要说，这个《使命召唤》，它本身就是整个美帝国年轻的历史啊，将近三百年这个发展史上的这样一个完美的描述。哎，使命是理想主义的，召唤是现实主义的啊！使命是我们提出一个目标，召唤召唤谁？ 你去给我实现去实现它，对，嗯、这是 Call of Duty 哎。哎啊，嗯、使命是美国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召唤是美国人应当为义务付出的行动。他们自己来传播的这套价值观的一个逻辑，哎、对吧？所以说，我们就要提出一个今天这个节目里是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词，叫 Manifest Destiny、嗯。啊，昭昭天命啊、哦嗯，这个词翻译的非常漂亮。 哦、嗯，对，嗯、是近代美国的建国理念的这样一个具体展现，它是什么？嗯、首先咱说啊，咱讲的都是都是他们的事儿啊，哎，都是他们的事儿啊,啊，跟咱们没关系啊。是啊，是啊这个词“昭昭天命”这个词，或者叫“天命论”这个词，“美式天命论”这个词，嗯，也是美国自身在文化版图和世界价值观传播里边占据非常核心位置的词。嗯、啊，你处处看不见它。 但是美国人的所有的文化产品处处都在说，就像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一件事儿，就是所有的主流美国大片里一定会出现性条旗。哎。哎 而且它一定是在关键时刻最能吸引你的情感，最能激发你的共鸣的时候出现。对，这就是它的核心所在。嗯，那我们先说这个天命论的根源啊，昭昭天命的根源从哪儿来？其实这故事啊，我们很多年之前就说过，是在辐射的系列节目，我们谈到就是美国的宗教和政治这一老白之所以成为老白，哎，啊，就是老巨魔根子是，从那时就埋下。 我们说现在的解构主义这一套啊，尤其是就互联网抽象这一套，为何如此盛行？嗯，很大原因在于现在互联网文化起源啊，就是美帝国，它自身就非常抽象啊啊，它既先进又原始，嗯、既理想又现实，嗯、既维新又维，既领先又落后，既合众又部落，嗯啊。啊嗯啊 所以就是会有美国反对美国这样一部著作啊，对，因为美国立国的核心观念和所谓的普世价值标准，在很多地方是因信成义，这个在现实世界里边就有矛盾反馈。那么这个信是什么？信就是你要相信你作为美国人的命运啊啊，嗯，美国文化本身它是从这个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来嘛，W S P，嗯啊，White，盎格鲁萨克森，啊，最后一个词 Puritan，清教徒。 啊、oh. 啊，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清教徒本身认为啊，自己是 WAS 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基督教徒中奉行的最纯洁的宗教价值观。嗯、这个词就是“纯洁”加上个 AN 啊，作为后缀，嗯啊，表示是我是纯的不能再纯的。他的理论根源来自于哪儿呢？ 英国的宗教改革啊、哦、啊，这个部分新教运动这个部分，嗯，那么英国开始宗教改革之后呢，改完了称英国国教或者圣公会，嗯，英国的宗教改革它是不彻底的，嗯啊，它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旧规和繁文缛节，嗯、因此很多人要求对这个教规进一步清洗，嗯、要把我们自己真正变成上帝的选民，嗯啊，这个上帝的选民它的概念是哪儿来呢？是基督教的旧约全书《生命记》第七章，嗯。 这里边就涉及的是那个一个很热点的事儿，就是说以色说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为摆脱埃及人奴役、出埃及赴迦南的途中，嗯，出埃及记，嗯，就训诫他们说：“耶和华你的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之中拣选了你，作为自己的子民。嗯，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人，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哦、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嗯，嗯是神爱你们的意思啊、嗯，所以说你看《辐射》里边那个你的主角叫 c h o e n 嗯，你是被选中的那个人、嗯，天选之人，天选之人，哎、啊，这是他的这样一个立足基础。嗯，那么这个立足基础为什么在美洲发扬光大？因为美洲太苦了啊、哦、啊，就是英国移民啊，他到了就是美国的时候，他们需要点信仰，他需要精神力量来维系自己，因为他自己很苦啊，哦、这是。 就是他在原有的英国国教的环境之下，他生存不下去，他被大批的迫害，嗯，然后呢，就发动了这个远渡重洋的这个就是到新大陆去的这样一个运动，哦，他本身带着一个追寻精神生活自由的希望之土的目的，就是寻找我属于我们这个世代的新迦南，嗯，所谓迦南美地嘛，流淌着蜜与奶的地，嗯啊，那么。 他同时又保持着清教徒的这样一个信心，嗯，就是我是天选之民里边最天选那一个，哦、啊，我们一定 OK，、哦、一定没有问题。他们是以古代以色列人的继居继,继承人，嗯，来自居的，嗯，尤其是他们会把圣经新旧约里边的很多经文，会把自己的境遇和古代以色列人背井离乡、遭受苦难。 这些事儿他联系起来，所以说他们呢，从英国离开到美国的时候，到美洲那时候没有美国啊，他们把英格兰视作是古代以色列人所在的埃及，嗯，把当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啊、视作是以色列人法老。 Oh, 把大西洋视作是红海，嗯、就是摩西用手杖分开红海嘛，他们要去过去，啊、哎，我们要过去，过去之后呢，寻得我的迦南美地啊，嗯、开创我的天命，嗯嗯，这是他的基础。嗯、那么我们到了美洲之后怎么办呢？这就涉及到另一个词儿，叫山巅之城，嗯啊，山巅之城这概念其实就是《新约全书》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耶稣教化信徒的言谈说：“你们正像照亮整个世界的光明一样。” 山巅之城不会被遮蔽，没有人会点亮灯盏将其置于晚下。相反，灯盏应被置于灯座之上，以给房中的每一位人光明。同样，你们的光芒应照亮世人，让他们看到你们所做的善行，并赞美你们上苍中的上帝。嗯啊，就是不能灯下黑。我们要福泽世人，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是我们在尘世中义不容辞的责任。嗯啊，所以说，在这儿。 这个使命观的雏形就建立起来了，嗯、它是宗教信仰为基础，嗯、那么加上就是自然环境，还有就是美国社会逐渐形成的这个物竞天择，非常之社达。嗯啊，在这样严酷的遴选之下，这个事儿慢慢就成型了。嗯，所以说呢，虔诚清教徒加上狂热宗教感情，加上呢你到了新大陆之后，你东奔西走，吃苦受累，嗯，开荒垦地，跟印第安人对打。 <laughs> 啊，你是为了什么？你你是上帝的选民，你要弘扬上帝的事业。嗯、首要目标是培植信仰，其次才是个人的荣誉。嗯嗯，嗯啊，这是他的这样一个立足基础。嗯，所以说呢，就是对美国民族进行研究的学者，往往就会说说美国人拥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就是他们的基本信念。嗯，他们生来就相信。 自己注定不只是居住在地球上，而是将创造一个自由国家和一个生活方式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和生活方式的。嗯嗯，嗯这个你作为信仰本身来讲的话，他是一个人的也没问题，你是一群人也没问题，但是一个国家人都这么想，嗯，这属于是有点问题。那是啊啊，啊所以说呢，天命论作为美国立国的基础。 那么一直发展到现在，嗯、它产生了就是说历史严格的很重要几点：第一个，哎、它是国家战略文化，就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重要部分；第二，它是民族价值观的统一形成；第三呢，它是理想主义外交的思想根源；嗯，第四，它决定了帝国的这个孤立主义、扩张主义外交，就是我孤立我也是对的，我扩张我也是对的，因为我有使命在身。啊对啊，嗯，那么天命观。 是影响美国所有文化产品的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嗯，基本上你谈到对外输出这些东西跑不了。是啊，所以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对立的基础，是刚才白老师讲的这一堆。哎，同时他们里边还有一堆人天天反思。对，反思的也是这回事儿。对啊，但是你反思到最后的核心在，并不在于就是说你做错了什么啊啊，而是在于这是命。对啊，而是在于就是说我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我做这事儿自由自有上帝的理由啊。 就是，现在美国对于自我认知的一个完美的闭环、oh. 啊，这个东西要上诉到谁呢？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啊，他的原文翻译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美国人的地位是相当特殊的。 可以相信，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类似的地位。他们有严格的清教徒出身、纯粹的商业习惯，甚至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似乎使他们的注意力从科学、文学、艺术的追求上转移。嗯、而与欧洲的接近使他们能够忽视这些追求，而不会陷入野蛮状态。在一千个特殊原因里，我只能指出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人的思想与信仰是固定在纯粹的实际目标上的。嗯。 他的热情、需求、教育和一切都团结在一起，使生活在美国本土的人走向现实；而在背后，他的宗教信仰让他时不时心慌意乱地望向天堂。嗯、就是最后，我还是要在信仰中得到救赎的啊。啊嗯，所以这就变成了帝国在现实之中行事的根本，嗯、就是因为我素质高，所以我素质低。嗯、啊啊啊,啊！就为什么我素质高呢？我是天选之民，我素质高。嗯。 为什么我素质低呢？因为我是天之民因为我是天选之民，啊、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啊、哦、啊！天选之民，山田之城闭环了、哦啊、所以说这里边加上这个就是后来的美国例外论啊、嗯、啊！这块我们不就展开讨论了，嗯、但是就是说那个它也是现在美国这个就是维持自我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哦、那么这两者。 在指导就是美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时候，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嗯、尤其是就是美国连续在战争之中依靠这个所认为的这样一个理论指导，连续的吃到红利，是连续两百年吃红利。嗯嗯。的时候，嗯嗯、那么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了。嗯啊、嗯。那么包括说你看到就是整个美国的对外交往中的道德优越感，嗯，自认为的利他主义动机，嗯嗯、就是我到你这儿来。 我是为你把你全家都杀了，但我是为你好啊啊！然后就是我把你全家杀完之后，我还把这个人头挂出来，我要为全世界树立光辉的榜样。因为什么？我是天选之民，天选之民做事不会错的啊嗯，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到跟《使命召唤》这个系列，有莫逆关系的就是战争啊没有一座《使命召唤》它不是写战争。没要话这这这就是 FPS 游戏对呀啊！所以说啊。 就是整个美国，它的立国逻辑都是建立在扩张战争上，嗯、因为最开始那地不是你的，嗯啊，那个地是那个印第安人的，你到这儿来，然后是土地扩张、西进运动，大家互相割头皮，嗯，最后就活活的给给给给抢过来的，嗯啊，这就说到就是。 宗教使命感的带着宗教使命感的新教徒啊，他在开拓过程之中、嗯、形成了为美国早期扩张辩护的种族优越论。嗯啊，这是这个天选之民的最开始的一个认识。那么，像很著名的研究就是美国历史的学者，呃、嗯，有位学者叫理查德克·克罗卡特啊，他写本书叫《五十年战争》，他说美国人的观念啊，几乎是完全建立在自行发展起来的道德观。 基础上的，嗯，他们相信美国例外论，相信着美国肩负着为民主做典范的特殊使命，嗯，一旦走到认为美国就是世界这一步，种族优越感往往就冒出来了，啊，这就是在美国一直就大家吵架，还有这这那,那那的，就是种族问题，嗯，啊，这是一个纵向撕裂的问题。那么像斯特林约翰逊，他聊的时候也说这个东西。 说历史上讲的话，美国人拥有这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嗯，因此，为了使美国的命运得到传播，要么是劝告，嗯，要么是强迫弱国接受这些信条啊啊。那么，我强迫你接受这些信条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把我认为的文明带给你啊啊，所以把这个文明带给非文明国家啊，我觉得我很光荣，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 这里边就涉及到，就是说黑奴啊、印第安人啊这样一些问题啊，杀的、哦哦嗯、干干净净。这但是在这里边就又谈到了，认定人的标准是什么？嗯，写独立宣言的时候可没说黑人是人啊啊啊！这个就是天命论本身囊括了谁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认定的问题。当劳动力缺乏的时候，哦好，我说我认可你是人吧，那就是。 我认可你是人的，那你何不加入我的天命论，就是昭州天命的队伍呢？嗯，啊，这就是美国梦的形成，啊，大量的吸引移民资源，那么给原来不是人的人，给他以身份，给他以人的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定义，嗯，他不再是牲口，不再是就是说生产资料，而是具体的，就是和你我一样的，啊。嗯 能够有资格成为天选之民的人，这个观念其实搬了很长很长时间，嗯、啊，从这个就是南北战争之后，又搬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嗯、这事儿才算差不多，嗯啊，但是呢，后边涉及到大陆扩张这个部分，像美国和墨西哥战争啊啊，美墨战争，嗯，后边的美西战争、嗯、啊，就是争夺海权的这些部分，啊啊、嗯，都是依托这种天命扩张。 嗯的逻辑来进行的，它是一种互为逻辑的因果循环，就是整个大陆和海洋扩张的狂飙突进，反过来彰显了 manifest destiny。嗯，那、啊、那正是因为秉持着昭昭天命，所以我们要在大陆、在海洋狂飙突进。嗯啊，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循环。我证明我自己。嗯啊，那么它变成了美国人在扩张时期最为重要的国家记忆。哦。 加上之后的历史进程与科技发展啊，这里边又提到，就是杨老师《电影百年》，再说一遍，就是他在西部片那个节目里说过了，就是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这样，就是他的民族史诗的载体是电影，嗯，因为这个民族太年轻了啊,啊,啊,啊，因为这个民族太年轻，所以他需要一些新的，你看、呃、媒介的形式。我们可能说结绳记事啊，石器，嗯,嗯啊，青铜器。 那么就是甲骨文、金文啊，文书，甚至还有竹简。你像就是埃及文明的搓草纸，或者其他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民族本身非常年轻，所以它的历史载体就是现代化的东西，是电影啊。那么，纯新的。对，到了这个世纪还有游戏啊，游戏也是它的历史载体。嗯，对。所以说呢，美国人在自己的历史撰写过程之中，会非常熟练的把“昭昭天命”这种逻辑套用到自身的发展进程里。哦啊，嗯，那。 你跟美国人讲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物质、嗯、啊，我们聊聊马克思的事儿吧。嗯、啊，美国人就报警了，是吧？嗯。但是呢，他们用天命论来套这个事儿，就不太容易收拾了。嗯。尤其是美西战争之后，依靠这个马汉的这个海权论，嗯，拿到了就是说海洋的这样一个扩张优势之后呢，又进入了二战，进入了冷战。这个事儿就变得越来越大。嗯。到了二战的时候，那么。 以使命观出兵欧洲，嗯、啊，维护人类的共同秩序。实际上，隐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边是维护我们本身宗教信仰，嗯，的一个秩序。嗯、那么，就是美国人是死看不上德国人的，看不上第三帝国，国、嗯啊。死看不上第三帝国。<laughs> 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你宗教信仰不纯粹，啊嗯、第二，你居然敢自命罗马，啊。 不要自命不凡，哎，要这个宣称是谁是谁是罗马对吧？一四五三啊，金罗狂喜，你喜什么呀？谁喜红罗喜还是绿罗喜？红罗是苏联啊，纳粹啊，你也你也敢称那个就是说你也配你也配啊？我们才是正经的新罗马，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二战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把这仗打赢了，把纳粹嫩死了。 嗯，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立刻就进入到新的这样一个战争框架里边，这就是冷战啊啊，啊就是三大时代嘛，对对吧？这是因为天命论，既然你是上帝上帝的选民，那么不是上帝的选民怎么办？如果他们不站在我们这边，他们就是我们敌人啊啊，啊嗯，那怎么办呢？在就是说冷战这个阶段，你的敌人就是苏联人，嗯啊，所以说呢，他从最开始。 从就是说，苏联诞生的最开始，嗯、他就把苏联的意识形态，视作是文化传播的最大的对手，嗯、啊，而且在各种各各种方面，无论是政治格局，还是文化传播，还是其他的所有方面，都是希望竭力去把苏联本身能够产生的影响，从我的框架体系里边去隔绝的，啊，那包括说二战打完之后、啊、马歇尔计划，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啊？ 我给你钱，目的不是为了把你扶起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我是要让你变成对抗苏联的桥头堡，啊，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我作为上帝选民的使命。那么我召唤谁呢？我给你钱，我召唤你啊，欧洲人去办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为了对抗苏联，我要把我要想办法让欧洲重新复兴起来。那么。 整个二战的战场主要在于欧洲，我们知道亚洲这边我们另说，在欧洲这边啊打得一塌糊涂，无论是英法战胜国还是德意战败国，这都是元气大伤，是一片瓦砾，一片古坏所，一片瘟疫和仇恨的滋生地，这是丘吉尔说的，啊，美国不但本土免遭战乱，而且因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它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一跃成为这个势力超群大国。 所以说，杜鲁门在一九五零年的演讲里边说：“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要求我们确立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如今由我们来承担这项任务、使命，这就是使命。对，美国人应当很好的完成这项任务。嗯啊，那么另一方面，苏联在二战二战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它的军事实力是大大增强的。嗯，经济的逐渐恢复，甚至拉起了华约体系。” 就是北约、华约的这样一个后世对抗，嗯、那么他对于欧洲没有想法吗？他也是有的，嗯啊。而在美国看来，苏联的意识形态是威胁我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嗯，就是这个就是天选的敌人，嗯啊，就是我是天选之民，他是天选之敌，咱俩是肯定要干到死的，嗯啊，无论是哪个方向。 虽然说美国发动冷战有跟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现实政治考虑，但是我们考虑到美国外交本身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嗯，它根本上来说还是天命论的一个必然产物。那、呃、有一位学者叫斯帕尼尔，他讲说反对苏联呢，就像是骑兵的冲锋号，唤起美国还要去完成另一项在世界上的使命。 这一种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把世界划分为罪恶与美德两个极端的说。好、oh, oh, 家伙，罪恶与美德啊，罪、啊、恶与美德。换句话来讲，他选择的这样一种逻辑就是上帝选民观的映射。嗯，那包括说当年冷战揭幕的时候，嗯、乔治·凯南非常著名的长电文，写的就是对苏联行为的根源这样一个分析。嗯、最后他预言了，就是说美苏争霸的这样一个格局在世界会长期的维持下去。嗯，他就说嘛。 说最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意识形态扩张，最后肯定是当面锣对面鼓直接的这样一个交锋。嗯，那谁赢谁输，这个就看就是说、嗯、谁更能整活啊，谁更能搞生产，哎啊，谁能够更代表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对，谁可能代表他们所认为的主流意识？啊、哎，嗯，所以说呢，天命观规范出的这种承担义务论，就是我作为上帝选民，我所承担的义务和使命，嗯，是美国发起冷战的。 意识形态根源。那么在冷战之后，苏联炸了，啊，炸了之后，帝国的一个观点，我们可能听了之后觉得会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呢，真的有相当多的人相信，就是说这就是美国的命运啊，就是我们啥也没干，他自己炸了。哦，其实不是的，大家对抗费老鼻子劲了，登月的时候什么样你都忘了吗？嗯。 就是前边你前脚进越南，他后脚进阿富汗啊，大家互相搅成一团，啊，你今天喘不过气儿了明天他喘不过气儿了是吧？一掐脖子就翻白眼儿，一松手吹牛逼，这都是你们当时那样一个状态。但是真的有很多人记时不计打的朋友们，认为说冷战的胜利是把苏联给碾死了啊。实际上，苏联是死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垮塌和华约体系的生产力体系、资源流通体系的崩溃，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溃败，嗯。那么，但是在 一部分美国人看来，兄弟们念念这个《昭昭天命》这个经是有用的呀，<用>我们得一直往下念啊、oh. oh. 所以说呢，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思维和外交实践体现出如下的特点，就是谋求建立全球霸权和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嗯、mm，hmm. 这个就就写在脸上了。原来是世界的格局是两个集团对抗，那之后就进入我们熟悉的一超多强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嗯、mm，hmm. 甚至是不是强都另说。 因为呢，在帝国全盛时期，后边九个捆起来都不是他哥。嗯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弗朗西斯福山拉出来鞭尸啊、嗯、啊！就这个就是他认为这个历史终结嘛，认为冷战的结束就是意识，人类的历史到此就结束了，嗯、意识形态就是以美国作为代表，他就一直赢啊，永远赢。嗯嗯、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知道不是这样 <laughs> 啊啊啊！所以说，冷战结束之后呢，天命天命观催生出来的这个霸权梦。 它支撑着就是历代的美国政府，一直走到现在，一直走到现在。它也体现在美国的从就是世纪从我怎么说从九幺幺之后吧啊，实际上按道理来说应该从九二年开始啊，就是包括说那个九一年海湾战争啊，然后就是九二年开开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包括说那个南联盟解体，然后烂桥头就是国际政治大事的背后都有它，嗯啊，嗯。但是呢，你如果说从使命召唤这一块儿。 来论这个事儿，嗯、因为他要复刻很多人类的战争场景嘛。对，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不能想象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啊。哦、那那必然要有实际的东西作为借鉴，嗯、但是呢，他又不能放弃这种就是说，世界新秩序的责任<体>啊啊！你怎么说呢？就像老布什嗯所说的，嗯、说。 美国在这一实现世界新秩序的努力之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在世界各国之中，唯有美国具有道义上的声望，也具有支持这一声望的物质力量。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集合一切和平力量的国家。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和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前途茫茫的世界之中成为自由灯塔。好了，白老师这眉毛这个飞呀啊！ 噼里啪啦的调，啊、那可不，那您看起来就是说非常的快乐，因为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前面大片这个就是枯燥理论讲完了啊，嗯、我们来聊聊这个就是不同时代的 COD 的时空伴随分析。您来说说啊？哎、我们上面说的是各个时代背景，但是我们现在这儿要说一句，就是游戏它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太年轻了，嗯，它作为商业产品进行传播的历史，嗯，也非常年轻。至于说互联网分发这个事儿就更近了，嗯，太近了。 它真不是从网上就一涨就涨出来了，嗯，没有，嗯，嗯所以说我们提及到 COD 各个时代系列作品的时候，必须谈及它所在的时空阶段，在什么时候说什么事儿，嗯，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这也有利于大家去理解为什么说现代 COD 讲故事讲不利索，因为呢，多年之前的 COD 拿出来，现在新玩家玩多少也有,有点问题，嗯，你让他去接触那个时候的。 COD 打，比如说你让他去玩一或者二，嗯，他基于现有的他的世界观构成的认识，嗯，他去体验这个东西，他会说，哎，这个和我和我的认识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对，您说说。首先，我们说第一个阶段就是二战系列，是啊，一二三嘛，一二三。那么就是荣誉勋章，一九九九年。好家伙，这音乐啊啊，是吧？这甚至不是切的，是是他自己正好轮到这儿了。好家伙啊，有点带劲啊，这音乐。您说，那么。 他还在前边，那个时候正好呢，也是次世代游戏主机，就是 x box PS 二，呃，突飞猛进的那个时代。是,是啊，在使命召唤二的时候，正好是 Xbox 发呃三六零发售的那一年。哎，对对对，啊、那这个阶段呢，其实也是显示芯片突飞猛进的时代，它给 FPS、嗯。嗯 这种游戏形式带来了特别强的一个催生能力。嗯啊，人们都喜欢沉浸式体验。嗯，尤其是我回忆起我最开始玩到这个就是《荣誉勋章》的时候，真玩诺曼底呀！啊，是啊，哎呦，太带劲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片子，一个美剧，非常牛逼，就弟，战斧兄弟连》。哎，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前几年、前几天的《拯救大兵瑞恩》。啊。啊，就这两个。 都通过那种非常强力的内容输出的形式，让大家记住了那段战争。嗯、同时，它也是我们前面说的天命观的文化符号。哎，它一定会在恰当的时候告诉你是美国人领导了这场战争。对啊，嗯、他们有小有大嘛。对，小的是我一定要救谁谁谁、嗯、大的就是我们在战争中的立场和我们的。你看，你看，你看《拯救大兵瑞恩》这个，嗯、就是说你一开场就是阵亡军人墓地，哎、嗯、啊，是吧？对，然后就是说一片。 一片啊，白十字架，然后就是说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经典范式就过于经典了，就开战了就，以至于就是后边荣誉勋章和使命召唤往死里抄都用过，对，都用过，往死里抄，然后抢滩冲，对，往上整，哎，血肉横飞，边上死一片，修罗场，哎呀，我们那个贡献了就是这么多的那个生命，对啊，我们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往死里干，对，就是很像电影。 非常非常像，那个时候其实是游戏向电影叙事方式学习，嗯啊，而且就是借这个大热特热的题材，嗯，再一个它是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工程，嗯，它也是代表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后冷战时代的新秩序逻辑啊，就是你看波斯坦框架，嗯，美英苏，嗯啊，英国是个摆设，苏联死了，谁维持这个就是现代国际秩序框架呀？嗯啊，怎么叫？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不就是我吗？啊、规则嘛，啊，谁是规则呀？啊，所以说这个国际秩序的维持者是谁呢？嗯、是诺曼底登陆硫磺岛插旗的人哦，嗯、啊，所以说呢，选择二战题材既有传播上的优势，也有文化立足点的考虑。明白啊？嗯啊。那这个阶段剧本其实是中规中矩的，嗯，非常的苦干实干，嗯，就你看到就是那个兄弟连或者说太平洋里边就是很多东西，嗯、真的是就是原汁原味的套，是啊。 包括说那个公要塞啊，然后就是那个机枪阵地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嗯，在当时的演出、游戏体验上都有深入的挖掘。对<的>啊，这个我们说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与此同时呢，美国人在第四次技术革命这个时代啊，其实已经吃到了技术生态链的最顶端。嗯。啊，把就一拳把日本人打死之后吧。嗯。就, <laughs> 就半导体这块儿就没谁能拦得住他了。<laughs> 嗯、对。 所以说呢，美国在这时候所有的高科技工业产品，它都是首屈一指的、独树一帜的。嗯嗯，尤其是在计算机数字产品方面。所以说，二战系列的 COD 其实就是一个字儿，就是很扎实啊啊！它只要做扎实，它就已经比任何人都强啊啊！故意的吗？一个字儿。对，包括这个就是《黑色行动》的开局啊，《战争世界》，就是我们说《使命召唤五》对啊，T 组的第一个 PC 版本啊。顺便说，这个就是 COD 三我玩过啊。 三三就三三三好三我这三我真玩过就这样吧在在 V 上玩的哦对在 V 上玩的在三六零上玩的是真拉呀但但也不是那么拉确实是不太行啊就如拉那那样一个状态啊对但是如果我们回头在这个时候去审视就二战系列的内容嗯在使命召唤里的天命论的承担义务论的逻辑是非常明显的嗯你在 COD 二里边美英苏三国的战场啊还做的很很均匀。 是的，是的，这个这这个我我不清楚，就是听众朋友们里边有多少玩过的玩过，但是就是如果你回去玩《什么招考一二三》，你会发现，就是他在呃，就是全球的不同的阵营上，它是有不同的比重，是来倾斜的，而且尽量做的平衡，对，而且他甚至中间会出过外传，是的，来去讲一些小队的经历，这些都都尝试，或者是前线士兵的故事啊，这样一些东西，可以说是，我认为可以说。 使命召唤二做的非常公允，就是是的，对大家都承担自己的义务，为了反法西斯战争，啊，贡献自己的力量，嗯啊，最后实现什么？这个也不用提，反正你现在过挺好的是啊，对。但是呢，到了三代之后，这个倾向就变得有点明显了，嗯啊，战争世界里边有点收不住手的意思了，啊啊就是这个和章节比重也有关系，和人物刻画也有关系，对啊。 就里里外外，其实是什么呢？谁承担了世界秩序最重要的维护者的责任呢？嗯，还是我们美国人。嗯啊，嗯，你说是别人是吧？你你把叫起来，<laughs> 你把叫起来跟你说句话啊，没这事儿啊。啊那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做一个完全否定苏联的产品呢？嗯，这是因为啊，在这个冷战时期做的已经太多了啊，人们看烦了。嗯。 真的是看烦了。再一个，苏联已经凉透了，而且通过这个休克疗法的操作，已经让他们所畏惧的意识形态死的没法再死了。嗯啊，考虑到市场受众的反响以及文化产品的销售逻辑，嗯，没有人会愿意在半夜里边突然给吓坐起来。嗯、我操，苏联人来了，哎、没没这个,个啊。因为就是说威胁最大的时候，包括说是核战争危机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是真的叫 red scare，就是红色,、嗯、红,色红色威胁。嗯，嗯这个东西对于那一代国民的影响是刻在骨头里的。 是，那这种威胁我们要不要传承下去？我们要做生意，朋友啊啊，我们不能就是说靠吓唬人来卖钱，嗯，这个事儿不科学，嗯、没必要啊。而且刚就是过了那段时候，刚刚过了那个时代的时候，嗯、他们需要一些别的。 战争题材调剂，调剂是一个调剂，甚至可能是娱乐。对，嗯。然后大家对这个东西感到疲劳的时候，哎，市场进行一个选择啊，再筛一轮。哎，哎。所以说，从零三到零八年这个阶段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使命召唤》《荣誉勋章》对标。对。它俩的不同不停的对标。对。其实《荣誉勋章》本身在故事性上非常有竞争力。嗯。毕竟是更早的产品，而且就是技术积累啊。当然了，对于这些东西的认识，人家第一代可是九九年就出来了，那可不嘛，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就要说到这个祝星老师非常喜爱的公司 E A 啊啊，是吧？一个以财报为主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呃，大公司都是。哎，确实，这个确实是。就你可以看到，荣誉勋章在二零一零之前，它一直就耗死在二战里边。对啊，因为什么呢？二战题材能卖呀，能卖，你为什么要尝试新的？嗯啊，你有病还是我有病啊？是吧？嗯，所以说在二零零七年，嗯，使命召唤四出现的时候，这一拳就给击垮了。嗯，对。 这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审美的迭代吧。这是审美的迭代。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产品力的迭代。嗯,嗯，这个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会说这个事儿。<行>这就是现代战争阶段，哦、整个 COD 最为风光的一个部分。哦、嗯，现代战争这个部分是 COD 历史上大家公认的辉煌时期，理由非常多。嗯、我们可以说，游戏自身的剧情演出框架结构细节铺陈，甚至说它改变了 FPS 游戏的叙事，整个的叙事革命。嗯，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嗯，就是。 在 Half-Life 之后，啊，半衰期之后，哎，半衰期之后呢？FPS 还能这么叙事？嗯，哦，这个东西真的让人就是说如临其境。嗯，啊，就是如果说原来你那个使命召唤和荣誉勋章就，就就是两千年那个阶段啊，嗯、我还是我一边那个在游戏里冲滩，一边想象着拯救大兵瑞恩那样一个状态啊。嗯、那现在在使命召唤四里边，你就是真的。 亲身的跟着黑鹰落在伊拉克前线，嗯，去干这些事儿，嗯嗯、这个东西对于人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他在打枪游戏的游戏性上是一个非常里程碑的存在，嗯，但是我们在这儿要说现实的部分，嗯，二零零七年这个时间点、嗯、对于美国来说，它也是内外的黄金时期，嗯，嗯嗯首先就是对外用兵捷报频传啊、哦、啊，除了打就是打，谁不服都得死啊。哦 一边揍伊拉克一边揍阿富汗啊，哦、然后我说话一言九鼎，嗯啊，在伊拉克、阿富汗穷兵黩武，嗯，中整个中东我横着走，嗯、一点问题没有。其次，是次贷危机还没爆发，哦、啊大家一股欣欣向荣，嗯、啊，今天股票涨啊，明天基金涨，嗯，就一定会有钱的，嗯啊 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零八年出事儿了嘛，是吧？再次呢，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的这个进程还没有完成啊。工业产能的转移，再转移了，再转了，啊，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转。这个时候就是东方大国的 GDP 啊，还没有超过日本啊二零零七年嘛，二零零七年什么概念？美国的 GDP 是十四点四七万亿，日本是第二，四点五八万亿啊，这已经差了一个位了，哎。 我们是三点五五万亿，哦、啊，嗯、整个世界秩序里边，我看不见对手啊，五分之一啊，嗯、你说对手在哪儿，我看不见，嗯，天下一副启示录景象、嗯、啊，这个启示录是什么呢？就是白马出来的时候，我就观看啊，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哎、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嗯、哎，这是属于反复赢赢麻了，啊、嗯，这一段呢，帝国余威尚在。 而且行动的争议性、嗯、正义性是无可指摘的，嗯、因为是九幺幺之后的反恐战争，哎，这给天命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靶子，在它的框架之下，嗯、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危害我们，嗯、就是我们从来不相信天选之民、上帝之就是山巅之城，嗯，会被实在的伤害到，但是现在有人真的伤害到我们。 对，我们要予以无情的报复啊、哦！嗯啊，而这个靶子呢，它又非常清晰的，也可以说是就是是现实啊，它就、哦、它就这样，它又把这个苏联余孽俄罗斯套在里面，哦、啊，是理由很简单，第一个，中东地带本身就是俄国地缘政治的延展，就是原来中亚加盟共和国、哦嗯、啊延展到中东，然后它有重要资源，嗯，这是一部分。第二个，俄国实在太他妈衰弱了，嗯，衰弱到已经能够形成威胁的恐怖谷都进不去了，嗯。 二零零七年的时候，俄俄国的 GDP 排行是哪儿呢？连前十都没有，嗯、排在第十一，一点三万亿，啊、嗯，一点一一点三万亿，哦、很丢人，非常丢人，嗯嗯、所以说你把俄国人拿来搓圆揉扁都没有问题，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他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文化上都没有反抗能力，嗯、啊。 它是一个非常恰到好处的隐身靶子，嗯，让带入到美军全球正义行动的玩家在潜移默化之中能够认同这个美式天命乱的价值观取向的目标，嗯，你会有非常清晰的爽感啊！哦、我是我面对的是全球的敌人，嗯，为什么里边反复是渲染说俄国留出战略后武器？废话，还能是天选之民给的？<laughs> 嗯啊，嗯，我们有给邪恶一个充分道理，嗯，那之前谁是邪恶的？我不会明说，但他是苏联余孽啊。哦 我们之前致力于对抗是谁？是苏联。嗯，这就是他的正义立场的这样一个来源。嗯，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阶段整好活是理所应当吗？嗯，就是在零七年到就是一几年这个阶段，其实真不是这个阶段翻车多合适哦。比如说我们说现代战争的这个阶段的打枪游戏，还有一个啊，他不，他不是战地啊，他不是战地，那时候战地挺好的啊，那时候是是不错，对他不是战地，嗯。 这游戏叫《国土防线》，啊，Home Front。我其实刚才想想念到这游戏来，哎，这个游戏就是啊，我想念到的是《红色派系》。红色派系啊，也差不太多。您先说，您先说。对，这个剧情写着一片稀烂啊，那就是选择剧本倾向的时候出了大问题。嗯，他的剧本立足点也是在天命论框架里边找敌人，赋予玩家使命感。啊，结果选了东方某国家啊，是啊。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投资人不干了，说那个你选了东方某国家，我认同你，但是你影响了该国市场怎么办啊？啊没办法，嗯、啊，再再换个国家吧，就换了另一个东方国家。是，哎，结果出来之后，玩家更不干了，对，说你他妈想什么呢？怎么可能？这这个东西就你还有一点，你还有一点为人逻辑的基础嘛。哎，这个好比说就是《流浪地球》题材，对吧？嗯,嗯，你让利比亚或者阿根廷拍，嗯，那拍不了的，嗯，啊。 现实世界的物质能力支持不了这个叙事，是啊啊！但是我们看《现代战争》这个系列，美军 CIA 在全世界基本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是大家甚至会觉得好像有道理。对啊，嗯、而且就是当大家全都觉得这样有道理的时候，它就形成了共识。 而这个共识是非常难又非常昂贵的，维系它需要花很多钱。是，嗯嗯，你不能创造出一个共识来，对，但是可以利用现在大家认为潜移默化，你可以培植共识，可以培植，可以引导，嗯，但是呢，你不能就虚空整出来一个，就是说东方某国家，我操登陆了，然后你给我信啊这个就很难，这不科学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严肃讲，现代战争三部曲里边，美军除了没有去拿你打外星人，基本上谁都打了，嗯啊，嗯。 或者主角吧，哪儿都去啊，路过就抽两巴掌。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南美也去，北美也去，当然欧洲也去，俄国也去。当然玩家们扮演的也不是同一个人啊，只不过是战场遍布全球啊。这是一个，这是基于天平轮框架下的。另一个是现代战争的剧本本身，它有非常浓烈的英雄主义范式啊，它是一个悲情作品。嗯，这个巧妙，这个巧妙。哎，他把游戏这个题材能够承载的爱美国主义元素。 嗯，拔到了非常非常高的格局。嗯，这个范式是来自于西部片里的末路英雄和绝地反派哦、啊，又来自于又九十年代好莱坞全球大爆发时代的美式英雄主义价值观塑造。嗯，就是独闯龙潭，嗯啊，大破这大破那的，蒸发密令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他、嗯、把使命和召唤这俩词儿拉满了啊啊，比如说像现代战争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s h e f 嗯，谢菲尔德，谢弗尔德将军，他的原型非常明显，嗯，就是《石破天经》里边的 Hammer，对他和《勇闯夺命岛》里边的反派是一毛一样，一毛一样。他为什么要绑架那个岛？哎，他就是干这个。但是我们要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他妈疯了是吧？不，我没疯，是你是这个国家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而我恰恰是那个最最纯粹的爱国者和最纯粹的清教徒。我信仰上帝之力。 嗯、那么就是你看谢菲尔德，他本身就是把《天命观里的使命践行到极致的现实主义者。嗯，他他妈可太现实了，啥都会。嗯，啥都会，啥都干，啥都干，跟谁都聊。就是他才是策动现代战争的主角啊！是的啊，啊虽然他让国家陷入战火，你像 Price、so、s o p Roach、Ghost、Gas、嗯、<G ass, S 1> 嗯、Nikolai，<对>就是死,死惨的死，残的残，遭罪遭,遭罪。 呃，大部分死的死，对，大部分死的死了，这是我们能玩到的。那你想想看，两个国家战争的嗯，但是如果从谢菲尔德自己的角度，包括你看他的自述，嗯，我的动机是崇高的，嗯，没有人能比我的动机更崇高，我的理想非常伟大，嗯，这国家完了，你知道吗？嗯，你看到就是说上层政界的人什么样了吗？对，你看到军界什么状态了吗？当今的政客全都是一片废物啊，他们。 背叛了曾经的那个年代，哎、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老兵。你看到就是为什么就是谢菲尔德始终一个老兵自居？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出场是人物弧光，他在出场时候拉满，对，他在训练场就看着你他，他是拎着枪直接跟那个大兵、跟大头兵一起冲锋的人，是，就这种就是英雄主义，就是说弟兄们跟我上，嗯、啊，这样一种英雄主义。所以说呢，他先把这个思维框架拉到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程度，嗯、然后他说出来。 为了这样一种纯粹的理想，必须有人为之牺牲。你觉得他认为自己也是丢铁，我也是丢铁。然后呢，我如果为之牺牲的话，我也接受这个使命。嗯啊啊，对啊，就是我甘愿可以为这事儿，我也可以为之牺牲。我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做出牺牲的觉悟了。因为什么？我认为他是我的使命。啊，你为什么要跟我斗？因为你的思想纯粹度达不到我的程度。你没我高，你没有结晶，你知道吗？啊，你没有结晶。嗯，所以呢。 这种牺牲就是必要的代价，是一个个人理想下的纯净化啊！这个是天命观拉到底儿了啊！所以你会觉得谢菲尔德他有人物弧光是吧？有人物弧光有足够的感染力，嗯、他这个人物呈现张力在哪、嗯？所以我杀了他，我更崇高。而且、哎、你好爽啊，啊因为你,你对手很强大、啊、但是呢，你践行的是属于你自己的天命观，嗯、就是我要维护和平和秩序。你他妈理想再崇高，我要干掉你。 这样的话呢，这个剧本就等于说是在六代 M W 二这个阶段就拉到那个是个是个顶峰，拉到极致了。对，这是剧本创作就是最高峰的时刻，是美式价值观全面爆发的这样一个时刻。对，啊，而且呢，就是说这种思想啊，在这个就是现代战争的整个剧本套路里边比比皆是。嗯，比如说平民关卡啊，Remember No Russia，No n Russia，No n Russia，n 它其实也是天命观框架下的另一个。 不择手段实现目的的，这样一个行为，啊、哦，哦、就是我杀我在机场发动大屠杀，扫射平民，嗯、然后由此造成就是美俄之间的互不信任，进而酝酿战争危机。嗯啊，这个东西，嗯，我们要明确的说一句，他不是斯拉夫人的这样一个思想方式。嗯、<laughs> 毛的逻辑是什么？毛的为了信仰是会动手的啊，嗯，但不是这么动手。 老子的信仰逻辑是什么呢？父子兄弟亲戚朋友，为了信仰互抡马刀互相开枪，这都没问题。但是你让我为了信仰去杀大街上我不认识人，这事儿不合适。嗯你怎么不从你自己家亲戚先先开手呢？对呀，你家有没有人不信你这套啊？啊，是吧？啊，你你把你把他们保证全全都信了，完了再说。嗯但是呢，嗯，I W 在这一块做的很高明。嗯，他在游戏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配角，尼古拉。尼古拉，哎，嗯，尼古莱。 任何时候都在，嗯，但是呢，你可能没操作过。如在如在，<laughs> 如在啊、他是真的是如在啊！他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啊、哦、啊！而且在苏联解体之后投了这边，嗯啊，投了 Task Force，然后就是进幺四幺啊！啊你会知道这个哥们儿很可靠，而且战斗力贼他妈强，啊、对。 但是他出现的频次就那么一丢丢，哎，但是呢，你又意识到他在对啊？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苏联老兵能成为你的哥们儿呢？啊、哦，当然是因为他接受使命观了啊，哦、他为这个共同的使命奋斗嘛。嗯，所以说呢，反派在里边做点残忍的事儿，你像 M W 二也有，三、嗯、也有，不奇怪，<是>这一点不奇怪。还有后边的尤里也是一样对，重要的是你得看到哪边是正义、嗯、啊。 包括诺拉山那一关，最后马卡洛夫把那个卧底崩了崩了，哎，说刚才我们做的都不是信号，这个才是信号，这才是信号，卧底死了在这这个事到底是谁干的？哎，啊，让全世界去认识，啊、是的、嗯啊，这个就是整个使命召唤编剧的顶峰，我跟你说。嗯 但是呢，就是他他不需要说话，他不需要说话，对他不要去给解释，他想的事儿全都告诉呈现出来，对，全都呈现在玩家面前。对，而这种呈现是什么呢？是基于一种全球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共识。嗯嗯啊，您这么说确实确实对，嗯，所以说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到 M W 三的问题。您说啊，这一块儿就是大锤接手嘛啊，大锤接手之后，就是主要是 I W 在那个二玩的太狠了。 是一下把谢菲尔德给写死了，嗯，而且死不能再死，对，飞刀直接处脑了，飞刀除死了，嗯、大锤这接手怎么办呢？大锤这时候就能力低下的这样一个状态表现出当然新接手嘛，当然人人家那剧本也不是从头开始写，也有可能遗留了一部分，接了一部分，啊、对他那延展，但是后边你会看到有点问题是什么？呢？在他把事儿给一下给缩小在现代战争一和二里边、啊、反派不是疯了，嗯。 反派不是疯子，正相反，他有理由。萨卡耶夫和马克洛夫，v 都是特别理智清醒的。他无论做了看起来形式上多疯狂的事儿，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他也有设计，他也有设计。就这个事儿不是我无脑莽一波啊。但是但是到三里边，马克罗夫就是就属于说脑嘴里有点不样的那样一个状态啊，疯的毫无人格魅力。他这个脑子里一定有脏东西。对。 基本上属于是见人就杀，杀的没什么道理那个状态哦。您是从这角度去考虑，对哦。你像谢菲尔德，他作为隐藏大反派，嗯，人家能堂堂正正、堂堂堂把我的理想全都全都跟你说出来，嗯，咱俩站在这儿争个你死我活，核心问题是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信的和你信的，咱们信的不一样。出一个最后，为此我们赌上生命来分一个胜负，嗯啊，这个东西他妈多感染人，嗯。然后马洛夫啊，变形金刚嘛，这不是？是啊。 对，同时大锤本身对于军事题材的理解、认识也有很大的问题啊，毕竟编剧不一样嘛。对，就是你说 M W 前两作里边还是现实战争里边很具体的战场场景和内容啊。嗯，到了 M W 三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向这个马靶场魔怔人的方向贴合了啊。<laughs> 哦、对啊，哦、枪支花里胡哨啊，各种操作猛如虎啊、哦。我这<是>这我就不懂了啊。对，当时但是当当时大家看个新鲜吧，我觉得当时啊。 把三推到那个极限高度的时候，从第一支预告就能看出来了。嗯，就是大家现在去回看当年 F W 三的第一支预告片他直接把那个 M 倒过来，对、哎，就是世界大第三次世界大战，大然后所有的场景都告诉你，就是全世界各点开花，全都在打仗。对呀、啊，因为就是说那个，那你看那个游戏里俄军比现实俄军猛多了，就全世界都疯了嘛，是,是吧？嗯、大家都疯了啊，就这样一个状态。嗯嗯、但这里边涉及到几个问题。 嗯，第一个是到了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它不像二零零七年了。嗯，嗯在中东的治安战这一块儿，随着军人的不断退役，还有对外报道的实况增多，嗯，战争的形式已经广为人知了。其实它非常的拉垮，嗯，是特别拉的治安战。嗯，你的对手非常的缺少爆炸物、嗯、重火力啊，<laughs> 哦、还有战术兵器啊，哦、这属于摁着打。嗯，其实是完全不平衡的，对吧？这严重。 这个就是战场形势严重不平衡的战场，啊、但问题是，就是这么不平衡的战争，你摁着打打不利索啊！天天吃 IED，嗯，然后隔三差五巡逻被干掉几个啊？问为什么？保护费没交，没交足啊？啊啊那就是这个东西，你能就是说实际的表现出来吗？嗯，其实挺难的，嗯,嗯,嗯所以呢，超战争形式的时候，我又要有现代题材啊啊！那最值得借鉴的战争形式什么呢？还是二战。 世界大战还是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世界大战，对，就是按世界就是传统世界大战那个逻辑来的。嗯、所以说，他对于高技术兵器的运用这一块儿，他想象力上限就在 A C U 三零那儿。啊 <laughs>、嗯、啊，然后把埃菲尔铁塔炸了，对，这就是极限了。嗯、第二呢，是二零一一年五月的时候啊，帝国把本拉登给干掉。 啊，用的就是特种部队激将突袭的方法，啊，至少对外说是这么说的啊。虽然说在这个之前也有很多著名的特种部队行动，但是这一下就把 Special Force 开始神化了，嗯，是开始神化，嗯，就是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下，特种部队无所不能，嗯。大伙儿一看，我操，特种小队这么牛逼啊！原来是巴拿马格林纳达啊，现在是本拉登啊，老美国传武厉害呀，啊啊。 那么特种部队它，特种部队它本身对于轻兵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嗯啊，它自己的就是说操作的这样一个空间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自己适用的配件啊，然后相关的这样些战术设备，适配性、便携性，对，然后故障率要低这些，是的啊，都要考虑易、啊、用性啊，所有东西可替代性，乱七八糟的。那么在游戏里边，这个东西就是属于说想睡觉送了个枕头，这太好了啊！枪械包装这个部分发挥到极限了、啊，嗯啊。 其三呢，就是经历过 M W 前两周之后，积累下来美术资产非常多啊、哦呃，不用不合适，<laughs> 正好大锤也是接手，他用这个阶段去熟悉引擎，嗯，整合资源，嗯，他来练手，嗯，嗯所以有人说 M W 三虽然在剧情上，我们说白璧微瑕吧，啊，但是总体来讲调性还可以，嗯，算收住了，嗯，没有就是说直线垮塌，嗯、而且游戏性不错，嗯，这是现代战争的这样一个情况。 同阶段呢，还有另一个，就是你说《现代战争》这个系列是左勾拳啊，另一个勾拳就是 T 组，是啊，T 组《黑色行动》嗯、这个右勾拳，哎，他这个好活呀是一以贯之，嗯，因为什么呢？人家编剧真的高明，嗯，虽然没高明多久吧，但是就是在世界战争那个阶段真的高明，<laughs> 因为他把、哎、对，因为他把黑苏联的这块符嗯接过来了。嗯 啊，原来就是苏联僵尸什么天脑门儿一个符。现在看一看啊，这符接下来我还有用啊啊！对，他通过人物传承的方式，嗯，把苏联作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嗯，从二战传承到冷战，嗯，他证明苏联人是一以贯之的 bad guy，是啊，站在美国文化对立面嗯，啊，利用游戏反对对方的意识形态是新媒介时代一大发明啊，嗯，我们知道里边后边还带着古巴，是对吧？开始的时候就是黑色行动。 正片开始的时候，突袭古巴，找找卡斯特罗啊，卡斯特罗还活着呢。那个时候是卡斯特罗还通过古巴业务问呢，说你们出游戏来干我，你们怎么现实里边不敢来呀？但是呢，我们这时候回头去看《天平论》那个冷战框架的部分，哎，就很明确了，这属于是把全世界跟美国做对抗的人拢在一起打，嗯啊，因为什么？帝国是是真的厉害，嗯，但是冷战逻辑这部分有意思的又来了。 因为冷战对抗的剧本其实不太容易写，哦，因为脸谱化的纯意识形态对抗的剧本范式，在过去六十年里边基本给写干净了嗯。嗯嗯，就是你看，你去比如说猎杀红色十月啊，oh. 汤姆克兰西那一系列烂七八糟的，就是军事小说什么什么这这那那的，嗯，会写的多的是啊。嗯，所以这个时候 T 组采用的方法就是使用美国人喜闻乐见阴谋论。哎哎，这球、个，其实这个我能不能理解为它是一个？ 投机的投机的一个一个一个取巧的一个方法是啊，是因为枪车球和阴谋论是帝国立国之本，就是我这么编怎么着都行。对啊啊，这个东西就是正史上没有，那我怎么编我都是对，的。我都对啊，反正我瞎编的。尤其替组在拉上美乐宗说这个事儿啊，前两天刚过了美乐宗六十周年嘛，嗯啊是是，一开场这个气啊，对还挺巧的啊，可不嘛，一开场这个气氛就非常非常浓郁，嗯，就是。 我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编的。但你敢说这个东西没发生过吗？啊、你不敢。嗯、这就是我编这个东西有底气的原因。嗯、啊，所以说他这个剧本取巧的非常的高明。他、嗯、作为 M W 平行的两条产品线啊，每年推出，实际上是一个 I P 下边两套形形式逻辑，两套产品。嗯、这就形成商业策略上的一个组合拳。我左一拳右一拳，揍对手找不着北、嗯啊。这对手是谁？就 A。 E A 在这个荣誉勋章二零一零上的问题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嗯，它既错过了之前的资产沉淀，还有产品迭代的时间，又让自己家里的这个就是生产者错过了很多应有的突破机会。确实，嗯，但我觉得这也局限在开发团队的人力上吧，哎、生产能力上。所以说，其实呢，那个时候啊，E A 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嗯、就是收购 Dice。是啊，对，嗯啊，这一块儿就是。 荣誉勋章这个 IP 失败一次之后，立刻被雪藏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们所有资源不会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题材上反复投。对啊，所以到了 M.W 出来的时候啊，其实荣誉勋章已经遭到重大打击。第二年战争世界一上来，马上就断气了啊，是啊，就很急啊。就你别说那什么做现代战争，现代战争你没做过，二战你也做不过人。你看人家那个战争世界做的，是啊，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做个现代性的东西吧，做个反恐吧。哎，所以说你说。 二零一零是不是一个仓促之作呢？其实也不是，人家正经把对战都做了。对，他的剧本和内容陈述都非常之好，但是市场遭遇惨败。对的，嗯，对，这个惨败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上。哦，大家认为是什么呢？嗯，首先这个事儿呢，你是赢又不知道赢又没赢，嗯，输又好像又没输，如赢如赢如赢如输的这样一个叙述状态，让人就很摸不着头脑。 是很尴尬的。<很>对，嗯、那个游戏，如果大家现在回去玩那个剧本吧，就会发现它最后结局，或者说就整个的那种情绪。 就是起来点儿，下点儿，起来点儿，下去点儿。就你是被陷入到里边去的，对啊。所以说，就是大家知会不会是他们想传达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就陷在战争地毯里出。其实是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对于美国国内的娱乐消费者来说，他们不接受，他不接受这个东西啊。我要赢，我在前线打仗的又不是我，我玩游戏是什么？我玩的是图的是赢啊，要赢了又赢。嗯，那么就我们一以贯之的美国优先也好，或者说是那个昭昭天命也好，这属于没整明白啊，朋友。 嗯啊，然后另外批评观点就是说，你你可以说帝国输了啊，输了它不能是悲壮的吗？嗯，我们在别的地方不能赢吗？嗯啊，就是你输完之后，别的地方还是要赢回来的啊。所以说呢，这是在剧本构建方面导致大众不喜的一个重要原因，嗯、再加上硬件效果和游戏体验、嗯、确实和当时 COD 有差距。呃，不不，白老师，嗯、这我要。 那个，是我跟你说，反正一下，我认为是有差距的。我认为当时的荣誉勋章那个画面效果啊，应该是比 COD 更好看。但是它对硬件要求高。呃，咱单说主机啊啊，主机上挺好的啊啊，主机上荣誉勋章那个不错。只不过确实，人家那个基调就是战争，战争远未结束，是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大部分玩家其实整不明白里边描述什么，他就不爽啊，他不爽是真的。他描述了一场泥潭里的战争。 是是是，是被拖住的那种。对对对对，你你又打不着人，嗯、然后就是说你到哪儿都被袭击，然后就是说所有的，就是、最后的结局都是这场仗没打完。<有>对，嗯、所有的场景又粗粝又真实。嗯，嗯但玩家那个就是是《使命召唤》那种柔滑过度都已经。 玩习惯了，我觉得可能在影视化里边，COD 做的更好，就是大家希望有大场面，希望有悲壮，大家希望的是大爽特爽，希望情绪被调动，有过山车一样的那种情感波动。对，但是在荣誉勋章里边就太，就是它的它的它的上限和下限都太窄了，你的情绪一直在这里边上下的去。其实,其实我认为它下限也不是很低。 他情绪下限不是很、啊、低，因为你在玩，就这个区间太窄了。你在,你在玩《荣誉勋章二零一零》的时候，你会感到就是说那种紧张感是挥之不去的。就是你上班做任务，打敌人做任务，<班>打敌人任务，但是、嗯、但是你可能确实会死啊！对对。然后包括说，好,好像他好像想传达的就是这玩意儿。对，然后二零一零这个作品参考了大量的真实特种部队行动的材料。嗯嗯 非常多的桥段改编和战场环境，真人真事儿。对，就是上班可能会死，可能他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laughs> 包括就是最后 Rabbit Rabbit 和那个 Mother，嗯，这俩人被堵在那个阿富汗的，就是被塔利班堵的阿富汗一个山窝上，嗯、然后就是被几百人轮流猛攻，然后你最后真的会打到弹尽粮绝，嗯、眼前发黑，嗯嗯。再、嗯嗯、就是说最为绝望的时候，嗯，你的援兵来了，嗯,嗯啊，但是呢，这是游戏。 嗯、如果不是游戏的话，最后结果很可能就是你在那儿死了，或者有可能他的这个主旨变成电视剧，没准会效果更好一点。是的，我不知道啊，这种叙事可能更适适合就影视的呈现、啊。那这是不是按您的理解，就是他不丢替？<laughs> 他丢弃的不彻底啊，哦、他没有那种丢弃的爽感。就是我为我尽我的义务，嗯、我承担我的责任，嗯、我为此是要上天堂的朋友啊。但你窝窝囊囊在一个泥坑里死了，嗯啊。 这东西就它不是我想要的，至少它作为一个娱乐文化产品，它不是我想要。的。可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通过游戏想接触到的，不应该是这个结局。对，是这意思。所以说，你看，I G N 给的是六分儿 i G N 给六分，good，嗯啊，good 这个词儿就非常凑合，你知道吗？啊，说那个他领导，对他这个评价说就不太怎怎么说呢？我今天看着这个细节评价呀，觉得不太公允哦，不太。说说，说首先。 啊、呃，总体介绍说，即使这款游戏没有想象中的很好的自定义的控制，而且众多的 bug 使这款游戏将成为今年中最令人恶心的游戏、oh. 呃、但是这个荣誉勋章的传统界面还是呈现很漂亮的嘛啊、oh. 呃。骂一句抬一句，哎，uh. 画面，白天的光线与山地景色呈现呈现非常好，而且有震撼力。嗯、但是当夜晚关卡。 夜晚关卡降临的时候，画面呈现很糟糕，而且帧数不足。嗯啊，这就是我说硬件问题。当时大部分就是说，当时大部分显卡跑它费劲。嗯啊，嗯。然后呢，音效啊，音效不别说了，很完美啊。玩家开启立体音音效之后啊，使之振奋。哎，Gameplay 啊，故事很短，很他妈无聊。啊，我觉得我要是开发组看到这儿已经拍桌子了。啊，就是枯燥的剧情加上根本不用技术的自动瞄准系统，这说的就很很过分啊。 挺难的，真挺难的。是你不开这个就是是那个，就是不开瞄准辅助的话，真挺难的。是啊，然后多人连线还算不错啊，但很快也将变得无聊。啊嗯。然后呢，就是单人故事模式就是无聊。哎，总之就是无聊啊。耐玩性，耐玩性还给七分。说单人故事只有四到六小时，而且其多人连线模式也会很快的被今年其他游戏给取代掉。今年其他游戏是谁呀？啊，二零一零年的 COD。哎啊。 黑色行动是，嗯，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说他说不对呢，也对，他可以对，他可以对，你要说的公平呢，也不是特别公平啊，是，所以在这儿就是荣誉勋章一下断气了。对，其实二零一二年的时候还有一款续作，哎，但是评价好像都不如二零一零。对，嗯，好在呢，从 E A 的角度出发，二零一一年。 有有一款游戏，它的名字叫做《战地战地三》。哎，对，是的。当时我记得我是为了这个游戏，我为了《战地三》花了好多银子啊啊！对，就是狂买，就是把当时台式机是啊拉到最顶儿，然后他妈连一个礼拜不回家，你以为加班，实际打战地了。 讲竞队，讲这么长时间，但是《战地三》在当时确实也是一个现象级的游戏，是甭管是单机还是对战。而且啊，大战场模式的赛道在这个现代战争的领域里，一下就形成对比优势。哦、我不去跟你抢这个东西了我不去跟你抢这个，就是特种部队的，就是小规模、小地图、小场景，嗯，剧情化阐述的还是大战场，战地擅长的。对,、啊、对我去做我擅长的东西，我做一个大场景，然后就是说让人们在里边就自由发挥完事儿了。而且他这个剧情啊，也是他妈经典天命论。 是，是是只不过这个恐怖分子变成伊朗人，哎、啊，对啊，也炸核弹，对，一毛一样、嗯、啊，不能说就是完全相似，只能说一毛一样，也,也喊口号，对，也喊口号。啊啊、所以呢，就是说，在《黑色行动》这个系列的这个阶段，我们说 T 组啊，他的才华。 或者天赋，我们不能说他跟艾达能媲美，但是呢，他是创新不足，守成有余。他有自己的，他做的不错，他有自己的方法论，该有都有，水平不差，但是呢，他这个就是编剧偷鸡的问题，嗯。到了就是《黑色行动三》二零六五这个阶段，就明显后继无力了啊，不会写了。到这个阶段已经不会写了，玩的内容也不行，剧本传达也不行，嗯，就属于是尽力了，嗯。 然后到《黑色行动四》更干脆，单人剧本没有了是，放弃，<laughs> 放弃了，那是真写不出来。嗯啊，他把故事框架藏在了不同模式里，哎、啊，让你慢慢去自己你自己体会就好了、啊、你自己品。哎啊，当然就是说到那个黑色冷战，他又回魂了。对、哎、啊,啊，那是因为什么呢？冷战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找个剧本照着抄总没错的。嗯，也可能加上最后。 他们也比较躺平，哎，就是你随便来，你选我方阵营也可以，也可以；你选敌方阵营也可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都支持你。对对对，大家就是觉得我操，冷战军人都选俄国人，我操，有点牛逼啊！站起来之后，给自己队友全突突了。对对对，也可以，也可以啊，这也算。这是，西总，您作为就是这个就是资深玩家，您觉得啊？啊，您觉得这算是摆烂？我觉得很开心啊，他可以服务全球玩家啊，大家都很开心。 呃呃，当时其实，在冷战的时候，嗯，因为咱现在这么说嘛，COD 啊，它面对的问题就是每一年都必须创新。哎，啊，不说剧本，说玩法，嗯、每一年必须要创新。其实这个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了。是的，对，甚至于是在可能黑色行动二的时候，它就开始每、嗯、每一代我必须要加东西，载具也好，这个塔防模式也好，嗯、遥控狗也好，空战。 啊，甚至太空战争，我必须所有东西我全都加一遍。对啊，然后没活了怎么办呢？在冷战的时候，他尝试了这种可能支线剧情，哎，和这个就是分支路线的方式，然后最后在结局给你整了一大活大活对，结局这大活实在是太棒了。对啊啊，而且这个跨线嫁接也可以说是尽力了。对对，也尽力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做了。对啊，而且这事儿你能说它不是创新，它真是创新。它真是创新，它真是创新啊！万一这个。 B 世界，哎，我们世界的同一条平行线上，真的这么发展呢？也不一定，不好说。刷个衣服是是啊，这是黑色行动部分啊。然后我们之前说这个独立作品啊，我们不能把它说时期，就是说我们说大概那个时候，哎就行了。就是幽灵够是啊，高级战争、无限战争。嗯，其实我认为这几作写的都是各有千秋。哦，对。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比较冒犯。您说，不要 COD 的话，可能更好点 啊、呃，是的，尤其当时在 Ghost 的时候，哦、其实，呃，很多朋友就聊啊，哎，说你们别叫它 Ghost，、哎、你把这个小队改个名字，然后单独做成一个别的游戏，你,你行不行啊？对、啊，他当时就愣得蹭，必须得蹭，对我得吃这个就是品牌传播红利，啊哎啊，就让人很难崩啊。啊最后那个游戏呢也没做完，是 Logo 怎么回事呢？他也不讲了，对啊。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阶段里边看这个就是 COD 的制作跟现代社会的关系，嗯，也就二零一四年往后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嗯、它和这个前边的现代战争和黑色行动的时候又不一样，和国际局势挂钩是吗？您那意思是？有直接关系。哦、首先一个，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帝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法赢了，又赢了，嗯嗯。你如果说就是一零年前后啊，嗯、我怎么都是赢，这都没问题。嗯、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已经真的陷入到荣誉勋章二零一零的那个泥潭里了哦。啊。 对外用兵是不断传来着肥的脱瘦，瘦的脱死的消息哦啊，军队方面的花销过于巨大，嗯，我已经没有办法在现实之中维持一个天兵神话了，嗯啊，每天都是钱，嗯，各种各样的，我在巴格达绿区是不是钱？我在阿富汗维持治安是不是钱？嗯啊，那我们这时候谈打枪，再跟现实联系起来不太对劲，嗯啊，伊拉克撤了，阿富汗大家是心知肚明要撤，只不过谁撤的问题。一四年奥巴马的第二届，对啊。哦 然后台上那个使劲喊趁着趁着啥了，啊啊、大家也不知道啊,啊。那么这就和天命观框架里边的一个基础前提逻辑，嗯，产生了冲突，嗯、就是我们说的使命没有实现，嗯嗯，嗯我们给别人带去福音、带去文明的使命没有实现，实现那你是拿啥召唤我的呀？嗯。 你前面说那些大义，为了美国的信念传播出去，我们需要做出这些牺牲。嗯，那我请问你，我们付出的牺牲代价何在、啊、嗯，那么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什么啊、哦、啊！哦、所以说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前提。嗯，啊，这是第一。其次是在二零一四到一五年这个阶段，就是、帝国自身去工业化严重的依赖进口供应，嗯、这个时候已经初见端倪了。哦、实际上是从次贷危机之后，嗯，他就一直在走这条路。嗯，那么无限多的发美债。 其实进入了一种经济寄生的模式。我们说的，人们无法想象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嗯，是这么回事儿。在战争游戏方面呢，也是如此。长期的治安战已经让美国的文化工作者难以想象现代战争的真正烈度和核心威胁来自于哪儿。哦，嗯、当然，二零二三年我们都知道了。是是是，是是是 <laughs> 对，哦、我们。 后边会说到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大部分内容的支撑点就只能依赖于旧的想象力，就是把二战和现代治安战混合起来，嗯，看起来看起来是一种很新的东西、嗯、啊，加起来一些现代科技包装啊，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啊、哦、啊，外骨骼叮当的，嗯啊，这这些玩意儿，克克《Crash》《孤岛危机》的时候就玩腻了、呃呃、啊，您可以这么说啊啊，啊啊但是呢，帝国本身在工业方面的衰退是很具体的，嗯、再加上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还有这个纵向的族群撕裂。 形成了一种标签政治的范式，它涉及到一个全新的问题，就是你的受众，你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之中感受不到工业进程的影响和对自身生活带来的变化啊，哦、他们既不知道工业是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技术为谁服务，他只是享受当下，对，那么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认为粮食理应从货架上涨嗯。嗯嗯。 啊，日用品是中国人给我们造的，嗯，啊，为这个我们对，为这个我们发了很多国债，欠很多钱啊啊，如果我们还不起债怎么办呢？这个事儿非常有名，嗯，一个儿童节目里边就是说，主持人向小孩提了这个问题，哦，小孩子说，那我们到地球另一边，我们全杀了，不就完了吗？哦，这个事儿，这是真事儿，这事儿非常非常有名，嗯，你注意这个逻辑，它是从天命论出发的，嗯，就是因为我素质可以，对，因为我可以，因为我素质高，所以我素质低，嗯。 我可以欠你钱，是因为我可以随时干掉你。嗯，这样我就不欠钱了。哎，我有使命，我是人，你不承担这个使命，你不是人。嗯，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二元论的判断。注意，我们在前面提到美国、苏联，美国就是美国认为的敌人之间的判断，就是我是好的，你是坏的。嗯，我是大兵，我是 good guy，那边人也是大兵，他为什么是 bad guy？没人想过这个。嗯，就是我是坏，因为我好。对啊。 所以你会看到帝国啊，在就是全球贸易里边，包括和我们之间，经常是一副就是你跪下，我求你点事儿啊，啊，就那样一个嘴脸啊。你理解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个德行了啊。嗯，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东西，其实这个时候离我们很近了。嗯，那这时候已经呈现出完整的端倪了，就是美国的物质生产工业化能力不足以支撑意识形态的宣誓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嗯。 它是认知撕裂，嗯，体现在游戏上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太科幻或者不太真实，但是哪儿有问题呢？我，不是可能说出来，但我总觉得好像不太对，嗯，就是《黑色行动》这个二零六五，二零六五是这样吗？不太重要，如是，但是呢，你说它真的是这样吗？不，不是很重要，但是你知道吧，创作者他自己也想把这事儿糊弄过去啊啊，就是我写一个近近未来题材，嗯，你可以说我错，但我总不能全错吧？啊。 这东西就好像就是说，苏联笑话、啊、嗯，排队打不着酒怎么办？我打戈尔巴乔夫去吧。啊，到了克里姆林宫一看啊，排队更长，回来吧。啊，<laughs> 怎么回事呢？啊，不是说在于笑话本身，而是在于你的生产力跟不上啊。啊，我是单纯的觉得，可能那几年一股脑的全都去做科幻，也呃，一方面肯定是因为现代战争,争这一系列结束了嘛。对。另一方面，应该也是基于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可能大家对现有的环境的一个混沌。 那么，他再想做游戏这种娱乐载体，他就只能做的更轻度，对，更娱乐，更他一个是做的更轻度，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游戏里边，你像说我们说调动多巴胺也好，嗯、就是激发情绪也好，他、嗯、它需要人和现实之间能又有,有产生共情的点，嗯，对。但是你的题材如果就是做的如是的话，嗯、这这共情点就会变得非常的弱，哦。嗯 然后就是你哪些东西打？打个比方说，我们谈及到自己、嗯、啊，历史，嗯、啊，我们谈就是说文化这类东西哦，这个点，因为是它是在我的教育体系里的，它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的。我们是对历史有认识的，我们对历史是有认识的。嗯、哦，这个东西能够唤起我的共情，嗯、很好，嗯，非常好。但美国历史那么年轻，对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讲的话，你往上翻两百多年，基本上没打别人的没几年。 是啊，嗯，而且二战那一波过去了，现代战争那一波过去了，他再想厚重厚重不起来，哎啊，哦、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导致了现代战争逻辑的重启，嗯啊，因为他在整个的 COD 的历史上卖的最好，嗯，反响最 OK，嗯，那我们当年能做现代战争，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呀？嗯，是吧？而且总体来说的话，帝国虽然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吧，但你谁能说出这个问题来？嗯、哎。 谁也说不来，情况还算凑合，因为这时候还算体面，嗯，仗还在打，一切说得过去。你说天兵威，确实仗还在打，确实是，对啊。就伊拉克、阿富汗还在打嘛，对。你说天兵威武，逮谁杀谁，嗯，大家可能暗地里不信，但明面跳着反对你人不太多，啊，嗯，大家还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框架下说话，嗯啊，你的文化工业产品的生产逻辑是余威尚在的，嗯，所以呢，到这儿就勉强，嗯。 但是到了现代战争重启，真正的灾难是来了。嗯，二零一九年，嗯，第一座是把所有的要素全拉满啊，哦、所有能想到，就像习总刚才讲的，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全都拉满。嗯，那剧情来自于现实中能拼到的所有东西，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嗯，啊，就是中东打的一系列仗，叙利亚内战。 拿来用一用，拿来用，然后国土安全、边境杀手，啊，美国狙击手、危机十三小时，啊啊，利比亚、叙利亚往死里用，啊，利杀本拉登怎么回事儿？伦敦恐伦敦飞机也用上啊，伦伦敦恐怖袭击啊，别国我拿来用啊，战功就是这是一和二啊，对，别说的是现在战争一和现在战争二都有了，对，要站尸体上跳舞，这你得那什么你得有劲呢。嗯，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在这个作品上的决心，嗯，但是。 时移世易，他这个用力实在是太猛了。嗯啊，首先，它剧情跟先前的现代这种作品没有直接关系。对，但世界观是一个平行时空。它只是借用了人。对，嗯，它只是借用了人的状态。那么、嗯、其次呢，游戏里出现了两个虚头巴脑的国家，乌兹克斯坦，哎，乌兹克斯坦，卡斯托维亚、嗯，哎，这俩都在哪儿呢？在高加索。嗯啊，然后接壤上俄罗斯、格鲁吉亚啊。哦、哎呀，这个。 总体来说呢，就实际上把俄国原来的中亚板块和中东板块啊啊这两个事儿啊，它都拉满了。啊、这是他之前二十年一直在做的事儿，嗯，要不然说中亚，要不然说中东，拼凑拼凑啊，把它拼起来。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构建啊，还是以这个现实政治以及天命论框架下的美国力量投射为基础嗯、啊，然后这乌兹克斯坦呢，又集合了阿拉伯。 波斯和突厥文化，这是所有的东西全拉满，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怎么品评,评这个事儿啊。然后他被那个就是俄国的，就是一个有独立势力的军阀巴克夫嘛啊啊所占据。嗯，我就是我他也没讲为什么，他也没讲为什么，哎讲了吗？我不记得了。我得了从九九年，从九九年开始被占据啊。哦哦、我是觉得呀，就是编剧。 应该是写到这儿的时候，脑细胞死完了啊！就所有能够在现实政治中获得映射、达到共情、挑动情绪的点，嗯，全给我安排上，嗯啊。那像就是维丹斯科啊，这这些地方，那都是给你一个就是看起来像异世界，但又不是异世界的这样一个舞台感，嗯。目的是什么呢？让你回想起冷战的荣光，嗯，我们在冷战里边把对面那个庞然大物打垮了，嗯，然后。 现在这个邪恶力量是他当年的残余。我们为了维系这种天命观，嗯，要在这种力量投射框架之下继续我们光荣的使命、啊。嗯啊，甚至于，其实，在二零一九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内容上的争议。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意为之，就是在游戏里加入白磷弹这个。 这个概念就是有意的，对，就是有意，的。就是非人道嘛。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格鲁吉亚这种，就是二零零八年俄国人打格鲁吉亚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争争论过这个事儿，包括二零一四年抢克里米亚的时候，嗯，都争议过这事儿。你说我打白磷弹，我说你打白磷弹，嗯啊，是谁打的没搞清楚，但是他用了，大家知道就是说白磷弹这个玩意儿不人道了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大家知道白磷弹这个玩意儿不人道，对对啊，这是一个。那为了他在游戏里边运用这个东西，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残暴呗？谁是正义的？哎，谁是坏人、啊？啊、对、啊，谁站在公理的框架下、啊？对啊，这是呢，就是现在这张重启的第一作啊。为这个一朝会啊，I W 把能写的家底全抖出来了啊、哦、这个阶段我认为能凑，说得过去、啊。是因为一九年问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那个时候吧，<咳咳 S 2> 重启的时候它的工业品质是 OK 的。对、啊，大家对于剧本 可能感觉有一点点微妙，但更多的是期待和宽容。是的，尤其是我等一等二吧，尤其是现在这种重启的这样一个大前提在。对啊，大家因为就是说老玩家都知道，到了就是第二座到六的时候，那辉光无限的太牛逼了。你把二做出来，一的事儿都好一的事儿，既往不咎啊，朋友们啊！你这期间有温盖儿的啊？对对，温盖儿的我记得也是得了就是 YouTube 一个记录是吧？呃。 您说彩最多吗？对,对对，彩最多是《无限战争》，无限是吧？对，因为当年骚操作，嗯，同年《战地一》卖，哎，然后呢，《无限战争》卖的时候，终极版捆绑一个《现代战争一》高清复刻，哎，对对对对对对，啊，骚的离谱，骚的离谱啊。 到了第二阶段，这个东西就属于是十亿、失亿了。嗯，就天时地利人和全不在这边了。哦，这个阶段是一个灾难的大爆发。嗯，在框架下也摁不住了。我们先不说那个疫情、流行病的关系。嗯，俄乌战争开打了。哦，二月份开打了。嗯，那么全世界的现代人啊，时隔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现实里边文明国家怎么打仗又打仗了，而且是大规模的。啊，而且这个规模呢是。 就是我们认知的现有时空里边的东西，城市战争和巷战，哎，怎么和游戏里边不太一样啊？哦啊，竟然拖了这么久。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现状。对，就大家没想到能这么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战争烈度的认识完全变了啊，哦、就是拜现代传媒所赐。嗯，那就是说，全都看到短视频啊、哦、这些东西，人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嗯，什么。 无人机送温暖呢？啊，伊斯坎德尔赢全家呀！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没想到战争现在还这么原始，就是这么狼狈。因为战争就是这么原始，就是这么狼狈。你想象之中的潇洒的、帅气的大片里的、大片里边的，你一个人能干很多很多事儿，全身而退的，不存在这种战争不存在。这如果它是战争的话，那它就不存在。就是在二月份开打的时候，嗯，有很多就是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靶场人，嗯。 去那个支援，他认为战争和靶场一样，嗯，要么死了，要么屁股尿流回啊。对，战争和靶场不一样，是，对但 C O D 的现在它就是个靶场，确实，对，因为是游戏嘛，对呀。所以说呢，这是一点，另一点，跟乌克兰开战也使得这个就是大量的北约武器装备啊，不得不经受战地考验啊。对，那么北约体系下的武器神话金身。 嗯，它破稀里哗啦的啊，那你看，就是我这又要举例子了。A C 幺三零炮艇舰牛逼吗？啊，我怎么没见你用啊？啊，是吧？啊，你北约那么牛逼，为什么直接给他来两发，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你不敢用啊，因为现代战争是体系化的东西，是立体性的东西啊，这是另外的范畴。嗯啊，但更要命的一点是天命论下的政治站位问题。嗯，这个对于 C O D 就尴尬了，因为你已经写一座了。对啊。 你没有办法跟现实里和艺术作品里的俄国人站在一起了。嗯，如果你以前还能假托说俄国人也相信天平论这一套啊，愿意跟你携手共建国际秩序，那现实问题就是俄国猫都被禁止参加展会了啊！你怎么办啊？啊，就我能想象啊，爱达编剧这时候哭天抢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对，就很尴尬的是，连他们自己国家的意识的割裂都是像树一样去分支出无限的分支。 很可恶吗、哦哦？我们暂且不聊不聊这个话题啊,、哦、啊这个话题是另外的事儿。下一个问题是，帝国在二零二二年的力量投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嗯、啊、所以就有了就是重置版第二代的开场高光啊，嗯啊，这个导弹炸机场就是现实里送走苏莱曼尼啊、哦，嗯，就是复刻，嗯，但这也是整个游戏就最高，就是能把你提到最高潮的那个部分，嗯啊，之后就完了，<laughs> 之后。 嗯、您说吧。而且这个开场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在现实世界里边，美国还有足够的能力随便定义谁是恐怖分子吗？啊、呃，如果说干出来导弹斩首非战争时期另一国武装力量首脑的行为，嗯，还有足够的正义性吗？嗯，你拿这个作为使命去召唤的话，嗯，你召唤谁啊？嗯，这个时候依靠对外武力来形成正义逻辑的天命论。 随着这种对抗形式的越发严峻，已经非常难形成说服人的文化产品了。嗯，更重要一点是，它要承担你的价值观，它要传播你的价值观。嗯，那么当它无法说服人的时候，这个文化产品的魅力，或者说你对它的评价就会下降。嗯，你回到游戏里来说的话，就是 C O T 这个游戏，它单从剧情上来讲，人们也意识到所谓的。 特种部队开无双这个事儿是在非常非常狭隘的情况下的处理办的、啊。啊！你天天他妈 CQB 啊，没有 CQB 直接给你把墙炸了，朋友啊！你还挨屋搜索呢，是对面直接安排无公斤炸药把你送走。嗯，不是说特种部队不厉害，嗯，而是说在真正的战场上人是很渺小的。是在高组织度和火力投射的战场环境下，人再牛逼也很有限的。嗯。 这个在游戏里边反应，就是我们去年去年具体吐槽过两个墨西哥超人的问题。啊，是的，就这俩人翻了墙，那跟回自己家一样，对对对对，进了客厅大摇大摆，裤也不脱，往沙发上一躺，就说秃头谁就秃头谁，可不吗？而且关键是，你在在在那一片还谁都认识，嗯啊，这合理？都是自己人，这合理吗？啊，你要说这俩哥们儿也是属于天命论感召者。 嗯啊，那我往前推，推到就是本期节目开头的一个问题，嗯，就是 WASP，嗯啊，嗯，盎、嗯、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嗯嗯、这这俩哥们儿哪儿粘啊？<laughs> 哪儿粘啊？当然了，这里边就是说跟那个美国本身的文化核心垮台，这个拉丁族裔在帝国内部的族群迅猛增长也有关系，嗯嗯、超百分之四十人口基数是吧？对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缝缝补补啊！啊这个他可能需要，对，他就是需要，他就是需要这个东西啊。哦、但为这个，你之前所宣扬的或者所秉承的，或者说是你主张的什么是使命，什么是召唤，在这儿都不成立了。呃，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也不重要呢？就是少数族裔加进来就好，对，你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一样就好。他、哦、就是一个完成任务啊，他就是完成任务，就是、嗯、就他信我啊，不管因为什么他信我，你别管他叫阿历山德罗还是啥。嗯啊，总之他信我。 啊，然后就是他就自己人，你看，就他对他就自己人是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哎，他到南部州，那就跟回自己家一样啊。同理，我们到墨西哥北边，我们也跟他们差不太多都是兄弟啊，就都兄弟啊，别说那么多。然后，《使命召唤》这个系列的堕落，真正的堕落，我认为是从这座开始。去年也不用您认为，这确实是。我骂了，我骂了整整半年啊，就是说从这个阶段开始，彻底为“靶场老”服务。嗯，连尼龙装具，嗯。 都不用真兵的现实模型了，哦、大批的超淘宝的模型，哦，对，啊、哦，以前你像就是战地里边，它还有就是说用那个官图，就军网八一军网官图建模、嗯、套自己武器的事儿，嗯，这个就是已经丢人到直接用淘宝卖的背心儿，嗯，尼龙、嗯、这些东西，包括说各家的非军用的给。 就是军事爱好者、军迷、发烧友嗯，准备的这点玩意儿，嗯，然后无论是花色还是配件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国内的你听这个节目，就是如果说有玩尼龙，可以知道什么 TMC 啊,啊、多毛、太阳雪啊这些尼龙牢里边脍炙人口的品牌，基本上都抽嗯啊，包括不用真枪建模，啊，啊版权问题啊，它真不是版权问题啊，啊那个很著名的弹匣底下有滚轮那个啊。 嗯，什么样的弹匣底下会有滚轮啊？BB 弹的、嗯、打 BB 弹的枪啊，哦、弹匣底下有滚轮，呵呵嗯，就丢人丢到这个程度了已经。嗯啊，完最后就是这是他开始堕落，最后就是今年二零二三了。这个、嗯、这个剧情逻辑我看完之后，就是我天天看剧情，看的可开心了，嗯、笑的 <laughs> 一塌糊涂。我的妈呀，就是说怎么连想象力都变得这么拉的嗯。太可怕了，是。 就是一个人蹲着就能走遍整个基地，啊，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你渗透关嘛，潜入关。对，就我不能说是毫无代入感啊，只能说是我完全没有 get 到其中的这样一个体验。就是你不看我，我也不看你不看我，对，咱俩相安无事。对，让我潜入进去吧，谢谢。是啊，就这是我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就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处理，嗯啊，马罗夫就就是这个人已经不是疯逼了。 这个就是这个人是脑不正常，你知道吗？因为您可以想一下，刚才咱们提到老的《现代战争二》里边马卡洛夫，他的干练，然后他的坚实的信念，对、嗯，和他实际在执行自己这么多年计划的时候的手段，就是你在二和三里边，你看马卡洛夫这个人，嗯、你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可以称作为信念的东西，嗯、他只是一个用残暴手段来维系自己的想法。 嗯，包括就是那个大家吐槽不已的，回来先一枪把救自己人崩了，就是觉得这是个疯子，对你他妈疯了吧？啊、然后你你先把就是说自己弟兄忍辱负重这么多年救了你，嗯、然后因为就是说那个出门没让你，然后、啊、一枪给崩了啊。啊然后你转过身来，Make Russia Great Again，我操、啊，<laughs> 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个，包括之前在，就这已经到了人话都说不利索的程度了。对，包括之前在 WAVE 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嗯，他的个性更多的是依靠台词，而不是整部游戏去把它铺垫和设计出来。<coughs> 就是这个游戏，之前在现代战争二的时候，完全服务了马卡洛夫这个角色，嗯、大家能够记住那个人，是因为每一关，嗯、每一关都和他息息相关。嗯、<事>之后大家记住，其实他是无处不在的，对吧？对。那现在。 新的现代战争三里边是啥呢？俄罗斯有一句古话，哎，还、啊、给你讲，然后你走吧，往前走，你往前走，哎、然后开始回头啊，这个当年我们怎么怎么着啊，我们如何如何，你再往前走，你别说话了，就是通篇游戏里边就是他一直在用话来给你放狠，哎，一上来在飞机上他劫机那块也是。 啊，我知道你是个恐怖分子，那你也不用把你的计划和想法全告诉我吧？是、啊、你我马上就要死了，你图啥呀？你要你要往我身上绑一个炸弹，你把我炸死就行了。然后你还你还要告诉我你要干嘛？你的计划是啥？哦，你真是个好人，哎，啊，谢谢你，啊，感恩，啊，对，我是知道了，啊，对，你回,回见啊，啊就 <laughs> 特别的怪，太怪了，嗯，呃、啊，然后就是你不能说他全无考虑啊，但至少是。 就是没用脑子吧？他可能就觉得是不是玩家真的理解不了这角色，或者或者说是那个，就是你们玩家赶快把这个单人剧情这块忘了。我求求你们快通了吧，快打多人吧，<laughs> 求求你们了啊啊！当然工期的问题是存在的、嗯、啊。可是我,我们之前也吐槽过这个大锤赶工的事儿。但我现在回想吧，我觉得哪怕工期它够，可能这个剧本，它也得很难让我们回想到《现代战争二》的时候的那种，是或者老的《现代战争三部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说。 第一个，他和那个时代的美国比起来，嗯，他的文化工作者正在逐步的流失自信，或者大家认为的主流变了。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帝国呀，对于战争只停留在纸面想象，嗯、啊，他是竭尽全力在避免用自己的本土和人力资源展开真正的战争。嗯，啊，嗯，啊、就是。 我们可以说，对于帝国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对于战争的最高理解，就是在墨西哥北部角毒贩，uh, 啊，嗯，就是 DEA 和那个 FBI 联手，嗯、啊，直升机巡逻一下，嗯、把跨界的墨西哥人送回去，这就是他们理解的战争。嗯，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战争？他们心里一点数没有。嗯，因为这个时代真正的战争隐患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了，而且我们能看见。 这是最，所以它不好编了。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二战的时候，我们能留下影像资料是很有限的然后我们竭力通过影视去复原，但那不是战争，它仍然是艺术作品。无论解放莫斯科保卫战，这些东西它多么辉煌，就是动耗用的人力物力多么巨大，它终究也是影视作品，但是在现在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真的能看到真实的战争，就是。 一颗手榴弹，或者一颗炮弹过去，上一秒活蹦乱跳的人就没了，下一秒没了。这是战争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你这厮在现代战争里边无情的剥夺各国人士的生命，尤其是那个就各种各样的收割平民啊啊，对吧？嗯，或者所谓的恐怖分子嘛啊，那敌对势力对。那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就是我们看到战争如此残酷，嗯，昭昭天命给谁听的？嗯。 是吧？啊，所以游戏里边其实会设计嘛，让玩家去反思嘛，是的，啊，对玩家反思。但问题是到今天这一套，嗯，到今天这一套还有用吗？嗯，啊，我们过去老说啊，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生活比艺术带劲多了，可不吧？每尤其是就是说社交媒体平台，每天你能看着就各种各样，小到个人，大到国际的整活，嗯嗯，那活多太。 可多太多了，是嗯，而且像这个所谓啊，战争对吧？哎，或者说这个对立，嗯，在尤其最近十年的时候，哎，有一股新的势力好像取代了战争题材，哎，那就是超级英雄，哎，就是大家更愿意把幻想投射在那些漫画作品上。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它，它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里，是的，对，它过去。 不存在，嗯，未来未来也不会也不会存在。所以当大家可能把注意力又回到我今年我要做一个 FPS 游戏的时候，我又不能去搞那个，嗯，我又不能去搞超级英雄，对吧？众么办？哎，啊，就大家也不吃那套，这就尴尬了嘛。哦，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使命召唤现在这个状态，嗯，就是创作者也难受，应该是挺难受，创作者也难受，然后玩家也难受，因为咱们再回到就甚至于我们只谈影视作品，嗯，其实这些年。 呃，写实战争题材也不多。其实，就是如果你关注的话，其实还不少。您说的是剧和是但是对美剧和、啊、对，就是你电影当然不是了，电影就还差一点。哦，可能我指的是是是就是电影里边吧，电影电影院线市场里呃，院线市场其实还有不少，但是就是嗯，就不是特别受欢迎啊。嗯、比如说像呃，近年比较好的二零二零年的 Out post,、嗯《Outpost》前哨，嗯、那个就拍的很现实，嗯、就是是美军在阿富汗的。 窘境啊，对啊，是是那种 outpost，对对对，不是石破天惊那种。但其实他最后也是就是回到那个框架下了，就是一个平时话都说不利索的哥们儿拿了 Medal for 呢，哦，就是那个在这个绝对劣势的战斗之中奋勇的抢救同袍，然后支援同伴，嗯嗯，那个时候就毫无察觉，然后回来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才精神崩溃，哦，嗯，然后就是说他那个。 《Outpost》这个讲的虽然是美军的窘境，但是它传递的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为我们奋战，为我们牺牲，他承担的是我们的使命。嗯，对，嗯。但这个事儿结结局又很尴尬，因为真的从阿富汗撤军了。是对，是。所以就是说这个事儿，就它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徽章还有没有意义？而且这种就是说质疑啊，它其实会越来越累积下去。如果你没有一场就是说大赢特赢，嗯，你像九一年海湾战争，嗯，那给人摁地上吹。 啊、是、啊、锤稀烂啊！零一年又打一场，还是锤稀烂。嗯，对你没有这样的大赢特赢，你很难在文化产品上树立起一个绝对的权威。所以当年其实不管是游戏还是影视作品，他们能够建立这些内容的前提是对自己足够的信心。对，哪怕我质疑自己，前提是我赢了。而且还有一点是现实的生产力，嗯，能够支撑我这么表达啊，嗯、就是。 赢家是不受质疑的啊！我为什么反思？因为我赢了啊！我反思的只是对我反思的只是我赢的代价太大。其实就像第一滴血那种，对，就史泰龙到最后他为什么哭？哎，对吧？他委屈，对对啊！但是他杀了那么多警察，他也委屈，是啊啊！然后他经历过战争，他也委屈。然后最后，对，警察躺地上心里想啊，老子也去过越南，大家都委屈，对，老子也去过越南，凭什么我就得让你拿枪突戮？是啊，但是现在。 这个系列也变了，啊、哎，所以我说啊，就是、是文化工业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嗯嗯，嗯形成文化共识的代价非常之高，嗯、就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的代价非常之高，而且你得花巨量的资源去维系它，嗯，这个和就是文化和历史和宣传技巧和所有所有的舆论相关的东西。嗯嗯 嗯，所以我们在这说这个，就是《使命召唤》的剧本嗯，从辉煌走向拉的这个一个过程啊，实际上说的是美国的游戏工业发展以及它所制造的典型文化产品，嗯，崛起又衰落的过程，嗯，就是美国人呢，你要想输出价值观的话，不可能全靠真人快打、嗯，是吧？还还在点自己的呢，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满世界传播真人快打，大家会很开心，但大家很难认同你。 是啊，对吧？嗯，而整个游戏的辉煌，就是《使命召唤》的辉煌呢，嗯、是因为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之下造成的辉煌。嗯，它的衰落也是帝国自身在现实之中竞争力衰退的写照。嗯，最起码它是基于现实战争题材来编的这个游戏，对，支撑不住，就是你的生产能力和你的真正实力，嗯，支持不住你的文化产品想要表达的意愿。嗯、对，咱好比说，真是个架空游戏。 或者真是一个其他的，就可能没有这么现实的题材，哎、你给它做好了，没准也不错啊、嗯。你看啊，就我说《泰坦4三》啊，你看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嗯、就是还是《流浪地球》例子。你打个比方说，嗯、像就是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嗯啊，我们假设在六七十年代，我们也拍自己全全副武装登月的那样一个状态，嗯。 我们自己信吗？嗯，不对，当然不信了。我们自己是不信的，是没戏。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能拍《流浪地球》了呢？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撑这种想象。嗯，所以说吴岩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我认为就是老爷子这句话说的特别凶狠。嗯啊，说科幻这种想象力是人类拥有了极致生产力之后的特权啊。嗯嗯，特权这个词儿用的还挺挺妙的，它是特权。 就是你只有自身有足够匹配的实力之后，嗯，你才能去想，你才有资格去那样想，嗯，而不是说你坐在那儿，为什么你素质低？因为我素质高。<laughs> 对啊，反正这节目别的没记住，我记住这个了。啊、对，就这个就是自证逻辑嘛，它是它是有很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对一个事儿就是不采用辩证的观点，是绝对的这样一个对立。 哦、我好他坏，嗯、啊，这个、事儿好那个那个坏，这个时代好那个时代坏，不是这样的，嗯啊，他和就是所在的时空以及就是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嗯，是联系的非常强烈的，嗯啊，而且游戏自身它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媒介化属性，嗯，它已经不再纯粹是一个商品，嗯，你如果说是像，它早就不是了，对，早就不是了呀，嗯、你像就是我引用一段啊，嗯。 说，绘画与雕塑是大众传媒时代到来的媒介，嗯、而现代传媒中的媒介正在不可置疑的逐渐物化，嗯、在日常生活中，嗯、它与现实造物匹敌，电影变成游戏，品牌变成 IP，卡通角色成为手办，文化工业产品是工业化生活的沉浸环境，嗯、但在之前你要有工业，嗯嗯、否则你的代价就极其的高昂，嗯、啊。 所以说，《使命召唤》也是这样啊，它作为一个二十年历史的老 IP 啊，老文化工业产品，嗯，现在面临着自身作为表征与物的共同难题，就是这个这个这条路怎么走啊？嗯嗯，而且游戏天然是一个大众产品，嗯，因为它的操作互动和传播力，它是毋庸置疑的绝对的大众产品。你不能说我操，我做成这样，我是一个艺术品，嗯，不存在的，嗯、没有、嗯、没有玩家的艺术品是不艺术品游戏是不存在的啊、哦，嗯嗯嗯。嗯 当他的基础价值观没有办法承袭大众的共识的时候，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嗯啊，咱没有答案，来来个活吧，哎，来个活吧，不行，就是说下回可以设计一下，就是那个当场要有打火机什么的。嗯嗯、反正就是说这一轮啊，拉拉杂杂啊，讲的就是说个人一些小思考、小认识、嗯、啊，其实就是也是对于。 使命召唤的这样一个内容的一个小梳理，我算看出来了。使命召唤不出不砸啊，不拉，您这个也能录，是吧？啊。 但拉我很开心啊，太开心了啊！拉迪亚今年终于没有缠着我，让我就是说加入《使命召唤》小战队啊啊，今年没缠着你，今年没缠着我，往年天天缠着老白。那咱俩可以打僵尸嘛？啊，老白，老白那个老白买《使命召唤》买一个哎嘛？哎，今年你不跟不跟年轻人玩？你这老同志怎么这样呢？今年一句话没说，今年都是别买，今年都是别买，我求你别买，除非，除非你是一个。 很忠实的对战玩家，嗯，我建议就像之前 wave 录的时候说的一样啊，再等一等啊，看看后续更新。如果说觉得还行，哎，啊，把那些日常、周长、月长任务，他自己都给理明白了，就该清清，该多做，该更新的内容啊，啊路线图比较完整，能持续，嗯、然后别突然的给我整活，哎，或许还能玩一玩。现在啊，嗯、很多任务什么的，它的设计都真的是有问题，啊、嗯，真的是有问题。嗯 <laughs> 让你用闪光雷闪下三个特工，然后以此来解锁，你将获得闪光雷。啊，呃，这个卡拉赞逻辑是怎么形成的？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这么绝呢。对他这些东西还没设计好，行，啊，大家不要着急下单。好吧，就是现现在只能说是这个消费主义催生啊，就是游戏它，你就默认它是个半成品就完事儿。你默认它这就是整活就得了。哎，行，好吧，嗯，那我们这一期就。 乱说节目，哎，就到此拉倒啊！希望就是说，朋友们啊，体体验一下这个 COD 的快乐啊！毕竟我们前几天那个视频节目也转抽了，不行，我们这个再转抽一个，也行，也行吧，不不行啊！您想抽咱就抽，你尝尝真的是屎啊！尝尝真是什么味哎，行，那我们下次再见。好，各位拜拜。 核战争结束二十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 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 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二零三三》原著小说，积禾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连载。